报委会现在出席委员九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及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7年3月28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2时20分，下午20时至4时43分；3月29日星期四，上午9时1分至11时44分。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黄伟、郭昌等12人，列席委员陈伟、余杰等18人，列席官员、行政院副秘书长何佩珊等人。主席段昭仪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司法院函请审议《国际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案；二、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财团法人法》草案等6案。本次会议由委员黄委员、郭昌等15人提出质询，委员许志杰等3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国际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案一进行逐条审查，名称：第一章章名第一条至第六条，第二章章名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至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20条至第22条、第24条至第29条。第三章章名、第四章章名、第33条、第35条至第38条均照案通过。第9条除第一项中应送交法务部部分修正为应紧速送交法务部外，予照案通过。第10条除第二项第3款修正为请求方未提出第16条、第19条、第4项、第20条或互惠之保证外，予照案通过。第12条修正为执行请求时应依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为之，于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时，则依请求方要求之方式执行。第17条除第二项后段修正为，将询问或讯问之状况及时传送至请求方，及第3项中段修正为，得立即表明补充请求之旨外，予照案通过。第19条除第4项第2款中该人修正为该人员外，予照案通过。第22条除第2项第5款中年级修正为出生年月日外，予照样通过。第30条除但书部分修正为但有急迫或特殊情形时，法务部得尽向受请求方提出请求，或由法院付之法务部，检察署经法务部同意后，向外国法院检察机关或执法机关直接提出请求外，予照样通过。第31条除第1项末段修正为将询问或讯问之状况及时传送至我国外，予照样通过。第32条除第3项第1款及第4项中该人均修正为该人员外，予照样通过。第34条除第1项及第4项中外国籍人均修正为外国人外，予照样通过。本案审查完竣，依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昭仪委员宜康出席说明。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或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财团法人法草案另定期继续审查。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好。没有，我们议事录确定。现在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监察院，因为秘书长请假，由监察业务处巫庆文处长代理。内政及少数民族委员会周万顺主任秘书，人权保障委员会林明辉执行秘书，法规研究委员会林惠美执行秘书，秘书处黄坤成处长，人事室彭国华主任。接下来介绍考试院，李继玄秘书长，吕礼正参事，考选部蔡宗珍部长，行政院陆委会法政处研究委员何达仁，原住民族委员会综合规划处专门委员董静芬，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专门委员韩慈颖，外交部西亚及非洲司专门委员张元川，全叙部法规司洪美妙副司长，行政院主计总处人事处赖香盈科长。那么首先在这边跟委员会致歉哦，因为上个星期啊，在这个安排议事这个礼拜的议事日程的时候啊，
因为没有考虑到廉价，那所以呢，这个我本人在决定这个议事日程的时候拖了比较久，所以在上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多才决定了这个礼拜的议事日程。那么我们委员会的同仁啊，发出给部会的这个通知啊，并没有慢，但是是主席这边决定的慢了，所以各位委员今天早上才接到这个监察院跟考试院的报告啊，那么是本人的责任啊，在这边跟大家致歉哦。好，我们今天排定的议程是：一、并案审查委员蔡依瑜等25人及委员李俊毅等22人分别拟具废止监察院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案；二、审查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22人拟具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三、并案审查委员蔡适应等17人，委员李俊毅等22人及委员蔡依瑜等16人分别拟具废止监视法案。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发言时间5分钟。我们请第一位，请提案人李俊毅委员说明哦。那么，请李委员一并说明讨论事项第1跟第3案。好，请李委员。谢谢主席哈。今天讨论的议题其实都跟不合时宜的法令有关哈。我先来讲监视法。监视法其实它成立的 原由是考试院在民国1年的时候曾经函示说考试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所以请监察院可以派外控机制来帮忙监视。那于是依据这样的概念，在民国19年制定了监视法，22年修正一次，39年修正第二次，以后就没有任何修正。但是监视法现在考试制度已经趋于完善都非常清楚，而且宪法规定考试院监察院都是宪政机关独立行使职权，考试院自己有办法可以处理这个有关相关国家考试的事情，可以处理得非常完善，为什么还需要监察委员去监视？这个目的何在？然后说如果有监察委员的监视就可以解决考试所产生的纷争，事实上考试产生的纷争也是由考试院来处理，不会由监察院来处理。所以这个我们认为说从39年以后就没有修过的监视法已经不符时代的需求，建议废除监视法。这是有关监视法的部分。另外有关监察院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案这个部分其实更离谱。这个在行宪之前它规定，因为我国幅员广大，所以仿照明清分巡分道制度，参酌国内各情形，在民国38年制定所谓监察院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那依据目前的规定，全国有17个所谓的行署，那这17个分别在蒙古地区、西藏地区、新疆地区，还有其他各省份，那这个都没有现实的依据，也跟现实状况脱离非常远，所以我们认为这样的法规没有再存在的必要，直接废除监察院监察委员行使组织条例，这个才符合现在的规范。那监察院非常有趣的提出说，这个四涉国家领土主权等宪政层次，属重大政治议题，所以希望维持哈。我不知道，我完全不懂这个意义在哪里啊。我们等一下质询的时候，我们再来就教于监察院哈。但是这两个法案其实都是不合时宜的法案，我们认为应该予以会废除，希望大家支持，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提案人蔡依瑜委员，蔡依瑜委员不在，请提案人古拉斯尤达卡，古拉斯尤达卡委员不在，请提案人蔡适应委员，蔡适应委员不在。我们接下来请监察院巫处长报告。不用行礼了，请坐。等一下，各位这个你请坐。等一下，各位如果要报告的这个跟答询呢，都不用再站起来行礼了哈，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请问谨代表监察院针对本次会议审查会址监察院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条文修正草案及会址监视法等3案进行报告。一、监察院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一、
监察院监察委员行使组织条例制定公布之历史严格，行宪前本院以监察权需内外并重，并考量我国幅员广阔，为使监察工作能普及全国，不致有集重集轻现象，反照明清分巡分道制度，并参酌国内各地情形，于民国二十年将全国划分为14个监察区，并制定监察署史组织条例，至于1937年3月17日函送监察院监察委员行使组织条例，请贵院审议。经贵院审议通过，该条例于同年7月28日公布施行，并于1938年6月11日修正公布第二条条文在案。二、行宪前后行署设置及运作情形，依照1938年6月修正之行署组织条例第二条规定，本院划全国为17监察区，有关行署之实际设置情形说明如下：依照1937年7月公布之行署组织条例之规定，本院划全国为16个监察区。1938年4月，因共产党渡江南犯，大陆相继沦陷，各区行署经先后经院会决议结束后撤销，仅闽台区监察委员行署迁台继续工作。40年5月，本院会议决议暂于结束闽台行署，该署于同年6月30日改办结束，移交本院，其业务人事自同年7月1日起，亦由本院接管安置。至此，本院全国各区监察委员行署经理停止工作。三、本案检讨建议：监察院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自1937年7月公布施行迄今已历经70年，贵院委员虽曾多次提出关注及提案废止，但经本院说明审酌，该案涉涉国家领土主权等宪政层次，使重大政治及法统争议，允予慎重。一直以来，议后贵院认同，建请予以维持。二、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一、本院内政及少数民主委员会由来。一、吴处长，我很不礼貌的跟你打断啊、这个如果您要只是念报告的话，那我们这个自己可以看哈、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您的意思啊，这个我看你大概都在念这个口头报告，那我们自己看了大概也知道这个监察院的态度哈、好不好？是。那我不好意思啊，我就把您打断了，这个我们自己看报告就好了，好不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我们接下来请考选部蔡部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这个先进大家好哦。这个考选部仅就监视法的这个废止案哦，表示这个简要的意见如下哦。这个基本上我们现行的国家考试制度下哦，是点视、监视和事务行政是鼎足而立的，也就这是现行的一个考试制度建立的基本架构。现行的法律规范也是以点视、监视、事务行政而分别设立相应的组织与权限分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考选部呢，这个建请这个大院委员会这个审酌，除非有这个相应的配套机制哦，并且就现行的国家考试制度的这个法制架构做一个通盘的检讨，否则监视仍然有外于点视而独立存在的必要哈。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任何一个组织哦，这个议事机关之下，行为机关和监察机关通常都是必须要分立的、这是有类似的一个意旨，尤其是在这个考试国家考试事务、基本上是一个闭锁性的一个专家主导的事务，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在形成阶段呢，这个这个主事的这个行为机制哦，和这个适度的一个这个外部的监察机制呢，仍然有两立的必要。从这个观点呢，这个本部呢，这个建请这个大院考量的是哦，监视制度呢，在限制之下仍有存在的必要，而在监视制度有存在必要的前提之下，监视法律规范这当然必须要存在，这是一个这个基本前提，就是监视法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第二点，
监视法有存在的必要哦，但并不表示现行的监视法没有问题哦。这个诚如这个提案的这个委员呢，的立法委员都已经很明确指出来哦，监视法从民国39年哦制定施行到现在，从未有任何修改，这个条文只有6条，所以其实在这个几十年了，已经六十年左右的这个运作，其实已经跟现况有若干的脱节，也有很多这个必须要再补强，不管是在权限、组织运作、监视的一个任务上面，都有再加以这个检讨的必要。但是这个监视法有修正的必要，并不表示说可以这个以先废止而在另立的方式来做哈，所以说本部呢强烈的主张是监视法在限制之下宜修不宜废。第三点呢，那监视法要修正，这个跟它的内容设计可能要分别来观察，也就是监视法它主要的几个规范，从法律这个法律政策上面来看的话，监视法的内涵基本上要分成3块哦。第一块是由谁来担任监视的工作，这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要澄清的是，监视和监察院与监察委员并不当然画上等号，所以呢，这个监视法的修正方向呢，应该要如何来设定监视者的身份，这个是立法者的这一个可以做立法形成的范畴哦。好，那监视法还需要有第二个这个内容哦，就是属于监视的具体范畴是什么。第三个内容则是监视的一个这一个它的一个权限的界限。这是现行监视法呢，本部也认为有修正必要的一个方向。最后一点来向军院报告的是哦，这个虽然监视并不当然与监察院与监察委员画上等号，但是这个在现行的制度之下，由监察委员来担任监视的任务，恐怕是在整个权力分立的制度之下，在这个宪法架构没有这个全面的更动之前，恐怕还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而监察委员担任监视的工作，并不会有碍这个宪法的这个，并不会有违宪的嫌疑哦。诚如所有的公职阳光法案，都是由法律创设监察院的主管权限，这个是法律创设的。这个监视法也同样可以成为这个法律依据。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蔡部长的说明哦。机关代表已经报告完毕，现在要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并不再延长。上午10时30分截止发言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黄国昌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哦。第一个问题，我先请教一下考试院的秘书长。上一次在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时候，我曾经跟您请教过，说你们目前的整个考绩制度修正的进度。我相信你也知道，在公务人员里面啊，劳逸不均的情况非常的严重。那过去在2001年的时候，本来政府要推动改革，甲等是以50%为原则，最高不超过75%。实际上面，我上次已经秀给您看过了。所谓50%为原则，那不是原则啦，现在是75%上限才是原则。所以每一年考甲的比例大概都是高达75%。您看这个图应该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最怪异的事情啊，是说官越大考甲等的比例啊越高，然后官等越低啊考甲等的比例啊越低。那这个跟考绩法要以同官等的人来当作比较的范围，根本完全没有落实啊。等于是独厚高官，然后去欺负基层人员，一种扭曲的考绩制度。那上一次跟秘书长请教的时候，秘书长说会积极的推动这方面的改革，请问目前的进度到底怎么样？
报告委员，现在这个考技法的主管机关全序部已经把这个修正的草案送到考试院，那考试院目前在全院审查会的案子很多，所以还在排队，最近会来开始审考技法修正案。那以目前哦，考试院在推动你们主管业务的范围当中，你说考试院的法案非常的多，那你们现在排名前几名的法案分别是什么？因为现在听你的讲法好像是说考基法的变革在考试院里面所设定的改革议程当中相对是比较不重要的，所以排在后面等， 是这样吗？不是，向委员报告，因为这个连改法案啊，7月1号施行在即，所以很多的配套执法哦，还有一些那个是行政命令跟行政规则的部分嘛。现在我在请教你的是就法律案的部分，是 你们现在排最重要要改革的前三名法案是什么？可不可以跟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我刚才讲这些细则等等啊，现在对不起 秘书长，我的问题蛮具体的，我请教的是法律案。你们现在要推动的改革前三名的法律案是什么？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考基法，那现在已经送到，那很奇怪啊！刚刚你又跟我讲说，在院会里面卡的东西非常的多，那你现在又讲说考基法是你们优先要改革的法案，那你考基法到底什么时候要处理完？最会提这个礼拜的院会，这礼拜的院会，对，然后就会交全院审查会，那全院审查会这个会期可以送到立法院来吗？应该会，可以哈，好啊，我期待哦，希望你们这一次考基制度的改革哦是完整的。前一波考基制度的改革，从我们刚刚秀的表格，秘书长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嘛，那样子的改革是玩假的，落实到现实上面根本没有发挥考基制度应该扮演的功效。来，下一个问题啊，我请教一下蔡部长。蔡部长应该知道，针对于律师考试啊，你们在去年所要推动的变革啊，引发相当大的反弹。那这个是我们过去这三年啊，2017年、2016年、2015年，我们律师到考的人数跟最后的总录取的人数。那当然，跟我那个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在参加律师考试的时候比起来，老实说啦，是录取率是有提升，但是也大概只有到总应考人数的9%，大概只有这样子啊的水准。那蔡部长，您如果有去台北车站附近啊，去看那一些考国家考试啊的补习班，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说，我国有多少年轻的法律人浪费了他们年轻当中最黄金的岁月，蹲在补习班里面去准备那样子啊的国家考试。那从我的观点来看啊，我会觉得这是人力资源非常严重啊的浪费跟错误啊的配置。但是虽然现在的总录取率大概也只有9%左右，你们又推出了一个说要有一个400分的门槛，那是不是可以请蔡部长说明一下，你们这个400分啊的门槛的逻辑是什么？怎么定出来的？是，谢谢委员的这个询问哦。这个律师考试制度的健全化，它涉及到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一个根基，没错。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律师考试制度的这一个变革上面呢，从来不以预设结果来反推需求，是。所以说，这也是趁这个机会呢，感谢委员的提问来说明的。律师考试为什么要设400分的门槛？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制度，400分的门槛基本上是，本来是所有国家考试的下限，也就是说在专业科目上面，在专业科目上面哦，目前各种专门职业技术人员的高考里面有像律师考试录取率这么低的吗？如果要讲录取率，这个如果我们以 9% 来算的话，那当然是有的，也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专门职业技术人员的考试哦，总共整个大类有30几种，所以说低于10%的还是有。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专门职业技术人员？因为这样子的话，那个专门职业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啊，他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重，因为所谓专门职业技术人员，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资格考的概念。那您说有比律师还要低的，大概是哪些类别的？要跟委员报告的是哦，
为什么这个录取率的计算哦是一个很不精确的概念？因为呢，专技人员考试的这个录取方式哦，有三大类。那像比如说建筑师和会计师的这一个这个专技人员考试，他们采取的是科别及格制，所以他没有办法用这个单年度的这个录取率来计。那如果要用这个，一定要用这种类似的方式来计的话，其实会计师和这个建筑师，如果不去考虑他的科别及格制的话，他的录取率大概也在会计师的录取率比律师还要低。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说法。没有，没有，我没有说他比较低，我是说他是科别及格制。没有关系哦，我还是最核心的问题哦，400分的门槛怎么定出来的？400分的门槛就是他必须要具备，要职业律师，他必须要在专业科目上面，他必须要到达相当于 50% 的一个这个能力的表现，所以是扣除国文和选试科目之后，对，我了解嘛，那个，所以相当于50分。不好意思，蔡老师，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辩论这个问题啊，我是为了全国年轻的法律人，我很诚恳的跟蔡老师在这边啊交换法律意义。交换意见，就是蔡老师您看，这个是我们最新的这一年整个国家考试科目的分布表，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在考选部现在定出来的标准事务是说800分里面你要有400分，最少要有一半才符合这一个所谓 qualify 的一个门槛。但是实际上面啊是什么？实际上面啊是说，有去改过国家考试考卷的人，心里都很有数。老师在打分数的时候是偏低哦。您看一下哈，我们去年全国第一名，全国第一名在800分里面，他总分拿了多少分？他总分只拿了555分，全国第一名哦，就是各科单科假设啦哈。每一科单科的最高分全部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他超级神勇，每一科的最高分都是他。800分里面他也只考到了555分哦，他只考到555分哦，连 70% 都没有到。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考国家考试第二次的时候申论题的时候评分的时态。然后再请您看哦，你有没有看到你们前 33% 的平均数跟前 50% 的平均数，前 33% 的平均数跟前 50% 的平均数相差的分数只有3分哦，相差的分数只有3分哦。我看到这样分数的 distribution， 我必须要讲的是说，这个国家考试第一个它从命题到阅卷最后结果的鉴别度是非常差的，非常非常的差。你从统计的观点来看，你只能够得出这样子的结论，也就是有一大群人，有一大群人，他是集中在那一个前 33% 左右的平均分数的区间。两者之间哦，就一个科目哦，你稍微你的答案可能不合那个阅卷老师的意，差个两分三分，在总分200分也好，300分也好，100分也好，它所占的比例是非常的低的。那因此你们在进行这个国家考试的变革的时候，我只简单问一件事情，就是说前几年每一个科目所有分数完整的分布统计表，考选部能不能公布？因为我现在看到你们公布的资料，我当然在统计上面我可以去算，那个实际上面的差距比一个标准差都还要小，比一个标准差都还要小，但是些微的这样子分数的差距就影响了这个学生他接下来的一年到底可以去职场上面发展，还是接下来的一年他要继续的蹲在图书馆或者是补习班去准备那样子的国家考试。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现在就很直接的请教考选部一个问题哦，就是你们针对有关于国家考试律师考试的鉴别度这一件事情，从制度变革以后到现在有没有检讨过？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目前各科分数的分布
考选部可不可以透明的把它全部公开出来？好，这个感谢委员的提问哦。其实委员刚刚所提到的一些这个法律人的一些这个常年来的这个沉疴哦，我感同身受，所以要借这个机会来跟委员还有全国这个法律学者要报告的是，我们不是只是去改考试的一个400分的这个门槛，同步我们从去年开始全面改革律师考试的一个。整个流程包含我们全面建制题库，就是为了要来解决。从去年就开始了，就是去年这个，所以2017年考试就实施了。对，但是我现在在看的哈，蔡老师，请您看哦，这个就是2017年你们改完了以后的 distribution。从这个 distribution 上面来看，这个考试是没有鉴别度的。我们会一步一步努力来做。刚刚委员有提到说，能不能考虑公布过去的一个评分情形哦？这个我们要回去研究一下。没有，我现在哦没有牵涉到个资哦，就是很透明的，每一科考试最高分几分，最低分几分，然后第一十分位、第二十分位、第三十分位、第四十分位，它的 distribution 长了什么样子？把这个结果公开，让全国的法律人可以看到，这样子大家也才心服口服，才可以评鉴说今天考选部定出来的这400分的标准到底是基于什么样子的考虑，跟基于什么样子的标准去定这400分的门槛，可以公布吗？其实我们已经公布了，就是在网络上所有考完试之后的成绩分布本来就已经公布了，所以整个 distribution 现在全部都可以看得到。对。好，那第二个，从你们制度变革了以后，就鉴别度这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做过重新的检讨？我们做了非常详尽的命题标准评阅会议，所以去年开始我们的评阅，没有，我倒不是说吼那个命题标准评阅会议，因为老师我跟您讲，我自己也去考过，改过国家考试的考卷，我现在讲的是从事后分析的观点去分析这个试题的鉴别度跟分数的分布，因为当初哦你们在采两试的时候，我很快讲完给蔡部长参考，就是那个时候我还在中研院，我那个时候跟一个统计所的学者合作，帮你们那个时候过去国考选择题的鉴别度做分析，最后的结论是鉴别度非常非常的差，非常非常的差。那完整的分析报告在考选部绝对有，那我是不是可以请蔡部长会后主席站起来了，把你们针对新制实施以后，新制实施以后鉴别度分析你们内部的评估报告能够提供一份给我参考。好，谢谢，我们请考选部哦，这个再去跟这个黄委员再做说明哦。好，我们接下来请吴志扬委员。好，谢谢主席。好，其实刚刚黄国昌委员讲的这个，我们所有念法律的人都有同感啊。多少的法律系的学生寒窗苦读几年，每一年都差个0.1、0.2、0.1、0.2 哈，然后一直念书，念到后来真的有的都快要发疯了啊，要不然就要出家了啊。那这题外话啊，那今天难得有这个两个院的来啊，那两个院今天有关的法案就是这个。监视法的部分，监视法要不要废止还是要修正？那我先请问蔡部长，现在的监视的这个工作是请这个监察委员来执行，请问一下监察委员执行这些工作有没有特别的酬劳？目前已经从去年开始已经全面停止监视委员的酬劳。为什么要停止呢？因为立法院曾经做过一个决议，就是这个决议这个考试委员还有监视委员这个从事相关的点视与监视工作不得支领任何酬劳。好，那其实每一年这样子，假设你说去年停止，那之前大概一年大概付多少钱？一年那监视的部分大概40余万吧。40余万，好，好，那我们假设就是说监察委员不再做这个工作了，那你们是不是要另外再编这个预算？那请问你们要请谁来做监察委员现在正在做的事情？然后又是可以依法不用支领
酬劳的，然后需要去编预算的，有这样子的规划吗？报告委员，这就涉及到监视法哦。这个如果这个不是全面废止，而是要重盘重新检讨的话，那要如何设计制度？所以这个一来是这个，您刚才讲到说监视制度是有必要存在，但不一定要监察院来执行嘛，对不对？刚讲的是说两个层次，这个报告委员，对对，两个层次嘛。第一个层次是一定要有监视法，对。第二个层次是监视法由谁来做是最适任不会违宪的，所以在这两个层次上面，我们第一个层次是讲说要有监视法，监视的工作跟监察院不一定画上等号，但第二个层次站在考选部的立场，我们还是认为监察委员是目前在整个宪政体制之下最合适的。好，但是因为今天有委员已经提出来的，也讲到说我们的制度经过几十年也许已经有些改变，那我请问一下，如果换不是监察委员来进行监视的话，你们会找谁来监视？然后这样子会有宪政的问题吗？我倒过来依你的逻辑来问。因为要找谁来监视，这个一定要有法律明文依据，这个没有办法由行政面直接来要求。对，我说就是要修监视法嘛，是，对不对？是。那修监视法，假设不是监察委员的话，然后换会是什么样的人来做，然后不会有违宪的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基本上两个方向啊，但是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大院的职权啊。第一个方向当然是有没有可能考虑，就是由这个考试委员来这个劳烦考试委员来担任这个工作。第二个方向则是由这个检察体系的这个检察官来担任这个工作。这是目前可以想到的检察官客观的方向，但是这个一定要有法律依据。检察官是不是合适，这个其实在制度上也有讨论的空间，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去评量过这一些这个选项呢，所以最后才是还是认为说，所以蔡部长认为就是说其实还是由监察院最合适，是不是？对，站在考选部的立场，所以这个事情已经不是说这个所谓的权力独立行使的问题，而是需要互相制衡的问题，对不对？在制度设计上，两部分都是，一来是这个权力分立的问题，再者也有这个。这个就很有趣的这个辩证了哈，就是说，到底是这个提案人讲的这个，其实已经两个制度都成熟了，各管各的就好了，不用由监察院还在来帮考试院来执行这个任务，还是说？一定在制度设计上它就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即使是一年只有四十几万实际上的预算啊，现在虽然没自己，但是要付的话也不过四十几万，然后其实它就是名义上就一定要这样子才会完成所谓的权力的互相制衡。如果你的主张是这样子的话，你应该是就是反对修法咯，反对废止监视法，是不是这样？不，很希望是这个监视法以修正的方向来取代废止。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监察委员来监视？是不是因为防弊？委员来监视哦，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政原因，是因为这个在这个五权架构之下，这个监察委员原本就拥有这个监察权，他至少在这个对人的纠举与弹劾上呢，监察委员对于考试院和监察院的相关人员都可以做，所以他等于是监察考试院在做考试业务上有没有疏失，有，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对人的好纠举弹劾，而不是纠正。好，其实这个有点问题。如果说监察院要行使监察的话，就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就介入的话，那我觉得行政院那是不是监察委员平常要在行政院里面参加他的会议？这个我觉得这点不是讲得很通了。考试业务你如果有弊案，我们监察委员事后也是可以来调查。有没有必要说这样子就要进去做这个监视委员啊？这件事情真的，等一下再听各个这个我们委员的高见了，这个很有意思啊。那另外我请问一下这个考试院的吕首席参事跟全序部的洪副司长啊，秘书长在这边好了。
就这几天我突然看到一个新闻，我就觉得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紧张、哦、就讲七月一号，七月一号不是我们的年改薪资要执行要开始吗、哦、就是网络上在讲说会爆发一个公务人员的离婚潮、哦、我说奇怪，我怎么会这样子呢？后来我们看一下那条文，就是说大概在讲说新制的时候有给这个已经离婚的配偶、哦、依照他的那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占他的年资的比例去分这个退休的员工公务员、哦、实际拿的退休金，或者是连月退都也可以分，是不是这样子啊，秘书长？依照我们 新的这个法律，这个新的退伍法的规定啊、嗯、是保障公务人员配偶应该要有的权利啦。那现在网络上传的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哦、所以这个是他的观点有没有错误？我觉得这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公务人员原来离婚前的配偶对公务人员从事公职也是有他的功能和这个贡献度在，这个我们不能否认了、啊。好，这个当然是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从所谓的家事哦，有几制这样子的感觉、哦、但是这个的确会发生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想过、哦、假设你现在的标准所谓的这个新的条文适用是指七月一号以后离婚的才适用，是不是？还是七月一号以后退休的适用？那不管他前面离婚是哪一年，是哪一种？详细的我要再了解一下，对，所以一定要搞清楚，因为你到底，我们常常讲说法律不溯及既往，它现在有两个时点，一个是离婚的时点，一个是退休的时点，对不对、啊、如果是以离婚的话，那真的可能就会有七月一号以前，大家想想觉得害怕，干脆早一点离婚，真的会这样啊？啊，不，你还要再想一想什么呢？啊，离婚以后有两种状况，一种是再婚，一种就单身、哦、那单身的会当然会想什么呢？我辛苦了一辈子，前面 跟另外一半吵吵闹闹，好不容易分开了，我又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要退休，我好好过我清闲的生活， 结果他要来拿我的一半的退休金，他生活有问题了、哦、这是一种。第二种是他再婚了，再婚根据民法的规定，如果后来他退休，甚至这个就是关系破裂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反正就是财产关系结束的时候，他是可以拿一半的。那这个他的这个一半呢，原来是法律上保障民法1030条之一嘛，剩余财产请求权。结果现在因为这个条文好像会去影响到后面真正他离，真正他开始领那个退休金的时候，那时候的配偶，他的权利好像会被影响到，对不对？这个会不会把我们当时在民法亲属篇里面好不容易设计好的这种安定的这种感觉，变成前后任的配偶会来争执，会来争夺、哦、然后真的大家想一想，如果这样子，如果我现在公务员对我现在的配偶不满意的话，我真的搞不好在七月一号以前真的想办法离婚掉。七月一号以前叫做离婚潮，七月一号以后叫做不敢结婚潮，或者是不敢离婚潮。哦，就是已经结婚的就不敢随便离了，因为马上一半要给人家拿走、哦、第二个就是变成说还没结婚的时候现在想清楚 变成不敢结婚潮、哦、这个其实哈、我觉得考试院应该把这个相关的问题再研究清楚、哦、当时我想这是一个理想啦，因为以后据说在别的年金也是这样，也要这样处理，就是说应该是要一致嘛，然后针对公教人员是这样，其他的退休都不是这样啊。好、哦、那你等一下讲一下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啊，你应该针对公教人员，你要把这相关的 Q&A 要做好，要不然你不要导致人家在七月一号以前心神大家心神不宁了，啊，造成这个大家人心惶惶啊。真正发生所谓的这个离婚潮，这个是很难看的啊。公务员应该是社会最安定的，结果发生离婚潮是很不好看的啊。所以这一点，请秘书长你把这个事情到底法律的适用啊，几个情形啊，还有他离婚有再婚或者是单身以后的碰到的可能的状况，你都要把它研究清楚。Q&A， 然后跟我们的公教人员做宣导，好不好？谢谢，接下来请中统赵委员。好，主席啊，在座各位委员，还有一位的各位行政首长，好，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想我们今天就针对审查啊废止监视法跟监察院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包括监察院各委员会的一个组织法的第二条的一个修正草案。啊，我就仅针对啊，今天我们的相关议程而来做一个询问。这边我想询问的，大概就是针对于我们所谓的监视法。我们的监视法大概在民国十九年，啊，大概只有六条而已嘛。好，刚刚听部长有报告，啊，我们有六条，但是在民国三十九年也做过修正。但是在现行的一个监视法，是不是环境时代的一个变迁或者条件在改变？那你觉得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吗？刚刚听您的报告是说，这个监视法还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监察院的报告是认为说可以，他们也不想去到现场去监视了，啊，所以。两个院会好像不同样的意见跟看法，所以考试院还是非常要坚持监视法一定要保留。那监视法如果要保留的话，应该要配合社会的一个环境的变迁来做一个修正吧，对吧？那部长你这边的意思是可以修正，可以讨论，但是不能废掉啊。但是就只有这么六条，你们到现在还是提不出如何修正。报告委员哦，监视法有一个就是考试院和监察院，就是尤其是考试院主管相关的这个法律有一个这个制度上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像监视法没有规定主管机关。所以呢，就是考选部乃至于考试院哦，应该如何因应它的一个变革，在这里就有一个这个在制度上面的一个灰色地带。所以不是说这个无法提出修正案，而是这个应该要由什么样的一个机关，然后往什么样的方向来思考这个监视法的未来的一个应该与时俱进的内容哦，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困难的。这个修正案在民国三十九年就修正过，民国三十九年，我们是三十八年撤退来台湾的嘛，啊，从刚刚你也报告，当时是依照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的方式，但是移到过来，现在民国三十九年，我马阿北出席耶。啊，但是到现在都从来没有修正过。刚才你也特别提到，只有六个条文而已啊。那六个条文，我们接近六十八年了，都没有修，所以难怪段委员会特别排出来，这一个六十八年，通通都不讨论，也不同意，也不做过修正。当然会被提出来，监察院应该要纠集。考试院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到现在连一个六条的一个法令都没办法提出一个修正案。那，啊，你现在又还要继续保留，那如果说现在如果继续保留，那是依照中国大陆地区的主权就来做一个划分的嘛，是吧？
倒是不会有这个疑虑，它中间只会涉及到这个有提到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上面所规定的行署，因为监察院的行署组织条例就是涉及到原来的中国大陆嘛。那现在我们回到这边，我们还是一样没有放弃，还是抱着这个法统嘛，这个法统还是抱着它不放嘛，啊，抱着这个法统不放，所以我们监察院的委员的行署的一个组织条例还是存在的嘛，虽然他在68年有设中国，但是他还是存在的，啊。那跟你们还是坚持。那我想问的是，监察委员还有必要再继续考国家考试的时候去做巡查吗？因为我上一次还看到媒体报道，监察委员说他因为一例一休的关系，所以他找不到司机，派他车子到考试院去巡查。那你觉得监察委员去到考试院国家考试特考的时候，他去到现场，你会觉得说会让考试比较顺利呢，还是会造成一阵的骚扰，还是会造成不必要的国家的考试的一个另外一个困扰在里面？因为监察委员算是以前的监察，算是非常大的官员，那个下乡巡视的话是有尚方宝剑一样。啊，去到考试院去巡视，是不是很多人要招呼？那会不会影响到考试的秩序？报告委员哦，我们在这个现行监视事项和程序的一览表，在我的报告书面口头报告的资料里面哦，有列出这个监视事项。那报告委员的事哦，其实委员所提到的是考试期间的一个附带性的工作，所以我才这个部里的立场是希望说监视法应该要修正，然后也要去调整。其实监视最重要的工作不在巡视考场，而是在这个迷封的程序。所以我想问的是，迷封和开采迷封是，如果依照我们的宪法，如果废掉的话，会有抵触吗？跟监视法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监察院。监察院可以做说明了，监察院的行署的一个组织条例里面，如果我们现在把它废止的话，会有跟宪法会有所抵触吗？报告委员，就是在实际上在监视法里面提到的是监察院跟行署来监视，那因为现在行署的这个部分现在是没有，已经停止的，所以实质上我们都是由监察院派委员来监视。所以监察院跟考试院其实各自独立行使职权的话，其实没有必要再派人去现场去做考试了嘛，所以监视法已没有适用的必要性了。报告委员，监视法本身有独立的任务，跟监察院其实并不能够等同一关。那这个是不是要请监察委员担任监视委员哦？这个议题哦，我的重点是在于监察委员会的行署的一个组织条例，其实包括监视法，其实都我是支持俊逸版本啊，我是同意要废除掉了。既然它跟现行的环境跟实务上。再加上当时他的规划是从中国大陆那种，你现在还给予监察委员可以到甘肃省、山东省去做巡查吗？啊，不可能啊！啊，既然不行的话，这个条文为什么不能废止呢？另外一个，我对于监察院对于内政及少数民族一个委员会能够继续保留少数，是要保障原住民的权益哈。如同行政院设置原民会委员会一样，那就应该要证明为内政局原住民委员会啊，怎么还会再使用这少数这两个字呢？报告委员哈，这个少数这两个字最主要，我们现在建立维持少数这两个字，是因为在国际的人权的这个组织的这个架构里面非常重视少数的。那这样的话，内政部就不重视了。内政部全世界都是原住民，那这样回归，那内政委员会他都没有使用少数民族，那就是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不，所以因为你们组织里面没有改变，所以你们认为的少数的民族还是给予中国大陆的主权嘛，所以你们是用少数民族，而不是用原住民嘛。
那纽西兰为什么要用原住民？美国印第安人为什么要用原住民？我们现在不是那种民族主义的，怎么还会有用到这个少数这两个字？这其实你刚刚讲的人权公约，我不觉得这是对于国际人权，这反而是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不尊重。哎，这个说法，我是希望说，对于监察院能够内政及少数委员会，希望能够继续保留少数要作为保障民族的权益，我认为应该要给他更正。我不觉得说你还是继续保留那个少数民族啊，少数民族到底是指原住民吧，对吧？那我客家人算不算少数？你认为我们客家人算不算少数？我们内政，我今天重点是在于，我们既然这少数的民族，如果说内政委员会都已经把它改正为原住民，那我们不必然的在监察院还是用少数民族，因为你这少数民族当时是用中国大陆那整个区域的法统的制度去做了定义的一个少数民族，不是用我们现行的台湾现行的地区去做一个定义啊。所以我觉得说，连原住民在1984年，他们为了一个原住民的一个证明运动，他们都认为说这个少数民族对他们来讲是歧视的，他们愿意要用他们是原住民。那监察院应该不应该用这个法语来作为我们的定义？更何况，我想你们也知道，宪法里面第5条，中华民国的民主应该是一律平等的，所以不应该再有歧视性的用语。我想这一部分，特请监察院能够针对这一个条文的一个修正，能够采纳本席的意见啊。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钟委员。我们接下来请林德福委员。好，谢谢主席。那个监察院吴处长，因为哈，最近像那个翁启惠啊，因为浩鼎案遭监察院弹劾，那媒体报道说有监委啊怒批工程会态度消极，也让外界觉得监察院啊弹劾不痛不痒。那监院官员也自嘲说，监委的弹劾权发挥不了作用，虎牙啊被拔了。那请问对于这个监委和监院的这些官员这样的顾虑，请问吴处长你有什么看法？报告委员，就是实际上像那个翁院长的这个案，基本上在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他是认为跟他的刑事的这个案件是有相关联的，然后在公务员惩戒法里面，他规定在一审判决前他是可以停止审议。那我们院里面也很希望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在行使他的审理他的这个案件的时候，能够不一定能够不要全部都当作是刑事的这个案件有一体的相关的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在巡查司法院的时候，曾经也有提出来关注这个问题，希望工程会在审理的时候能够加快这个脚步。吴处长，是因为弹劾后送工程会的这样庭审的一个做法，会不会让外界对政府端正官员这个风气的效率啊有了负面的影响？我们也是希望说工程会都是依法来办理的。对啊，但问题他庭审啊，你认为庭审的做法是不是应该要限缩范围？像有一些的案子他庭审之后到我们院里面来，我们委员也是会再提出意见，认为说他这个庭审跟刑事的这个关系并没有那么的密切，希望这庭审的案件能够这个不要再庭审。那以往也有一些案件已经到以前工程法修正之前的案件，已经有一些是一审已经判决了，那我们也会发公文，我们也是请工程会既然法律已经规定一审之前才能停止审议，那既然一审之后的
所以我们也都提出这个意见。因为、哦、那个吴处长有不具名的监委认为说翁启惠的行政疏失啊不是这个刑法上的责任，那工程会认为翁有行政的违失、可依据惩戒法不管是做出罚款免职等处分不应庭审的没有作为，让重大疏失的公务人员、啊、不受任何的处分、哦、那请问对于政府官员失职的惩处效力效能不够明快的，是不是会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大大的打折扣？你的看法呢？我们是认为各机关有各机关的职权，那像刚刚我报告的，就是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也对一直对工程法工程会在执行工程法的一些执行的案件有一些那个有一些不是很如意的这个部分，我们也都有提出来。因为监委对于工程会庭审做法当然是不以为然。那你认为在宪法和法律执行有改善的空间吗？我们也一直透过这个巡查司法委员会的这个巡查，一直 去跟司法院跟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去做沟通的。是那个，而且我们每一个月会把我们庭审中的案件或者审议中的这个案件每个月都会送给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请他们去注意。但是这样的做法作为让外界观感真的是 很差。那个我继续问那个吴处长，因为监委陈世梦把监察院定位为会务利用了那让向来是冷衙门的这个监察院又开始炒热，那监察院前院长王建轩啊卸任前形容监察院是残害中良院、那希望将监察院早点关门。请问你对于会务利用还是残害中良院的这种说法，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是觉得这一个我们监察院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是有发挥的。那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统计的这个资料，我们一年针对这个节省公堂或者是创造节省公堂的这个部分，我们调查处有统计，从我们的调查案去衍生出来，一年大概有几十亿 的这个利的这种效果。所以说你认为还是有功能？对，是。那如果监察外界因为不了解监察院所产生的这些负面评价，那难道揭开神秘面纱是不是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认为呢？是没有错，因为实际上我们对我们中规四者去派人去宣导，发现外界对我们的职权的对啊并不是很了解。所以说新任的监委在立法院提名审查时就已经抛出说弹劾记名的议题只是上任以来每每在监察院院会谈话会中提出讨论，结果都没有共识啊。那请问到底针对弹劾记名的这种做法有哪些反对的理由？你有什么看法？针对这个弹劾案的记名与否这个部分，我报告一下，这个案子，我们委员已经提出修正案，监察法程序者的修正案。那，在上一次的，法规研究委员会在做讨论。那因为法规研究委员会要请所有的这个参与发言的委员再确认，那还会再继续提。我们法规研究委员会那三月底召开的这个法规委员会有监委提出四个方案，当然第一个方案是修改无记名投票表决为记名表决，那方案二是除了记名表决外还要公布审查会表决的票数，同时要比照司法院释宪案公布不同意见书协同意见书等，那第三个方案是再加上公布审查会的会议记录，那第四个方案是再加上审查会全程现场的直播。那请问这四个方案监察院你认为哪个是最可能通过的？因为这是涉及到我们委员之间的共识，我们行政单位我们吴处长不知道，因为立法院都可以直播开放直播，那监察院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不能配合？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奇怪啊，你有什么看法？我们是幕僚
所以我们委员的这个意见我们会带回去。那个吴处长，据了解保守派监委反对弹劾纪明，主要是纪明投票会让监委承受压力，那在当时社会与舆论下恐怕难以做出这些公正的判断。那请问处理各种社会事件的这个陈审法官都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做出来的司法判决，那监委难道比法官还不如吗？还是监委的抗压性低哦，绝对没有办法在纪明情况下来胜任这项的工作，你有什么看法？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可能是因为针对弹劾案的这个本身事情人的是不是那么的清楚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委员是这样。因为我一直认为说，其实监察院你应该比照立法院，很多都是要透明啊。你看，不管我们是纪明也好，这个每次表决都是透明化的，而且都有全程录影。那媒体报道说，像有关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明违法护中国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监察院已经调查。那请问，监院的立案调查时间是在教育部之前，还是教育部之后？还是监察院这样的调查是一个重复调查？因为我们调查是我们委员的调查是针对这个行政责任的这个部分。对啊，你是在教育部之前还是教育部之后？所以说我认为说有时候监察院办的很多案子会让社会上觉得很奇怪。其实像这个事情本来是很单纯，然后监察院又要嘎一脚。很单纯的事，其实就是那些委员他们决定，结果卡了一大堆啦。所有大概全世界大概只有我们现在的教育部啊，包括甚至于行政院，甚至于蔡英文总统才会这样做。那个实在是不伦不类啊，因为委员会已经决定以后，你还卡这个卡那个搞一大堆，你们不觉得吗？现在变成搞到行政院的层级啊，一个校长的派任很单纯的事情，搞到现在变成行政院的层级，横向的那些单位那么多，而且又一次一次的开会，这个是很奇怪的事啊。因为照理讲今天是应该秘书长要来，那因为处长你是代表秘书长来，所以说我请教你这些事情。因为我时间到了，我其他下次再问，谢谢。好，谢谢林委员。我们接下来请许志杰委员。主席大家好。刚林委员提到的这个要公开透明，这个我都赞成，但是这个跟蔡英文没有关系的。好，我现在请教一下，就是这个透明的事，我觉得接着要看监察院的立场。透明到底监察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们肯透明公开吗？那个处长，因为这个弹劾案的这个纪明与否哈，现在那个实际上是各有他的这个优缺点，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委员还在讨论当中，那因为我们院里面是委员制嘛。所以还是委员在讨论当中，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论。对，没有，我觉得你们当那个主管的首长的要有自己的看法啊。委员大家也是尽量不公开，对他们来讲比较好啊。但是你委员要负责啊。你今天你看那个张通龙的案子，他就是被判刑确定嘛，判刑确定后来监察院弹劾是4-8。那黄世敏的案子呢也判刑确定，那监察院的弹劾是第一关是5-5，第二关是6-6，那社会有很多的意见，那到底谁谈同意谁谈不同意？我想你今天像我们刚德福兄提到的，我们在立法院什么投票都是要负责啊，那你今天监察委员对自己负责任难道不敢吗？我觉得就是你们院方要有态度啦，你至少院方是赞成或反对，你表态。
或者是院长、秘书长，你们表态，就是你院方赞不赞成。委员的意见投票出来，你们可以推脱给委员，但是你们院方态度是怎么样？因为我们院里面的行政部门哈，实际上还是希望说委员之间有一个共识啦。对了，我说那你们院方有没有态度嘛？你们院方的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赞成公开还是反对公开？因为透明化是一个方向啦，所以你们赞成，所以是一个方向。不过就是说，到底是要记名还是不记名？没关系，我就说院方的态度嘛，院方态度是赞成，是不是？你跟院长、秘书长都有讨论过了。这个部分是没有，哎，不过就是说，依你猜测他们的想法，院方的态度是倾向于赞成，对不对？赞成就是公开，啊，这个我也不敢保证说是我们院方。那你们回去，我是这样建议啦，就是你至少要有态度啦，啊，无你做行政官员拢无担当，啊，都大家拢做好做诶，拢通通尊重底下的委员会的意见啦。你今天该担当的要担当啊，你院方要有自己的态度啊，是不是？因为不记名的这个部分哈，实际上有一些的案子本身哈，是可能是因为谈的案文写的不够周延，或者是事情的厘清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做投票，那有可能这个投票的委员就会在这个模拟之间，就是说在按照他的从卷证的这个资料，谈的案文的这个资料，他可能就会觉得说，会判断错误，要同意还是不同意，成立后是不成立，所以这个还是要。那你法官在判案是不是要百分之百充分？如果不百分之百充分，法官是不能判案。安尼所有安尼台湾的作者按都无得判啊。因为我们院里面针对的是行政责任的。没关系啦，我是这样子要求啦。你今天委员会尊重归尊重啦，啊，你们的制度归制度，但是你今天当官员就是要有态度嘛，啊，做官员拢没有态度，啊，都大家拢买晒做官，都什么物件拢塞我下开，我拢无态度，安尼官唔真好做，好，所以我是觉得你们监察院一定要有态度哈，啊。好，那如果你们认为说可以公开这个弹劾与否，哈，就是委员会投票可以公开的话，啊，程序上你们有想好要怎么做了吗？因为如果是变成这个要记名的部分，哈，我们从选票，啊，从选票，从整个的流程的这个部分，我们都要做配套的措施，所以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已经 在想说，如果是到最后决定四个案里面是决定是哪一个案，那我们行政上的配合要怎么样的这个配合，对，所以现在的法行政上配合没问题嘛，对不对？对，好，好，因为我又去查了一下你们的那个监察法施行细则第二章弹劾权里面第七条里面有一二三四点，第四点公布或不公布，啊，所以你只要这里你自己施行细则这里面改一下，就是说就是公布，或者是说你什么状况之下，啊，不公布，但是大部分都公布，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你们从这里面施行细则去改一下哈，将来你就可以透明。你看那个黄世敏的案子跟那个张通龙的案子，这个谁赞成谁反对，你有肩膀一点，你让社会知道有什么关系？所以大家就是没有担当，就是行政部门也不愿意担当。监察委员也不愿意担当，啊，所以就会造成说五票比了五票，六票比六票，你就公开啊，我们就知道谁的想法怎么样啊，有什么关系？好，所以我是建议就是说，监察院是不是这个程序赶快处理？那你们说内部还要委员会还要投票什么时候？多久可以？法规研究委员会还会再开会？没有，你给我个时间，你们大概多久可以决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法规研究委员会的那个执行秘书在。好啊，你们多久可以这个啊这个事情，就是结果弹劾结果与否，然后公开委员的投票名单，好，这个程序上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是报委员，我们上个月3月28号开完这一届的
第七次的法规研究委员会之后，因为当天为了要求整个发言审慎跟周延，让所有出列席的委员都表示意见。没事，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完成？那15位委员大概都表示完意见。那因为会议当时的决定是要让每一个委员的发言记录都要审慎的做成数记录。好了，细节都不重要，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结果吗？给我们人民交代。这个案子是从我们委员全院委员谈话会提出来的。那谈话会的决议是交给我们法规研究委员先行研究，研究完之后，当天的会议决议还会再回到谈话会。要多久？那谈话会我们是预计这个礼拜会开谈话会。那谈话会完之后，那就要看会议。没事，细节都不重要，你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知道说你们的结果？那就是看委员之间的共识是要直接提院会还是继续讨论，因为我们幕僚单位没有办法预期说委员在谈话会之后，在我们重提谈话会之后他们的态度上是不是写一个你们要处理的程序 schedule 给我。好的 ，OK 好。好，那你们预计什么状况、什么时间可以处理什么事？万一拖到怎么样？多久之内？你总是有个预计嘛？是。你比如说最慢三个月之内可以把这个程序全部做完。是，有没有办法？我们当然是，我们召集人都希望说，我们所有会议交代的案件，我们能够尽快的处理，所以马上就尽快。我觉得你们的时间应该都够了。对，那我们就是，如果委员之间有一个比较共识的，我们幕僚作业都是非常会非常的去配合。今天因为你们两个也没办法决定时间，是的。你至少回去跟院长跟秘书长讲，什么时候给我们一个时间点嘛。其实我们不要让我们眼成穿耳骨化石，等了三年等了五年都等不到这个结果嘛，是对不对？是的。你今天讲一讲搞不好三年也没有出来了。其实上一届委员也有讨论过这个。对了、就是、你看上一届到现在也四年了嘛，所以要所以 还没有结果嘛。是就是我们就希望第一个就是监察院要有态度啦，院长秘书长要有态度啦。好，第二个就是委员里面，坦白讲我觉得院长的态度非常重要嘛。是，你们如果倾向于就是大家有共识，倾向于公开的话，我觉得委员会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但我们长官大概的态度都是说，因为这牵涉到委员职权的行使，所以他是希望说能够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好，因为时间，因为我跟你们查了哈，你们一年哈大概办300多件嘛，平均一个监委一年大概办11件左右，他们一共剩家营啊，我就不相信说哈，你这个细节、这个时间会那么忙都做不出来。好，你看全国的案件，我们今天时间不够哈，就是全国的案件，一年有1万多件的陈情案件，那你们受理的也才只有300多件，啊，平均了哈。不是受理，每一年的大概是要平均哈，然后就是说你们决定受不受理，这个的透明性也是有问题。啊，所以你们这个再检讨一下哈，改天我们再问，就是你们这个监察院业务处哈，去评断这个到底受不受理，那有没有透明，那是不是也应该让委员会来决定？这个你们也回去再研究一下。好，我们下次有时间再讨论。那至少我们第一个案子，希望先把那个时间的程序，你们处理的程序给我。好，那我们希望最终你能够先预计一个时间点给我，说你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样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徐委员。我们接下来请李俊毅委员。好，谢谢主席。我们请考选部蔡部长。蔡部长，我们刚刚有一些讨论，我就于你几个问题，我们再把这些观念，特别有关监视法的观念，我们再把它厘清一下。第一个部分，监视法其实在刚刚说明当中其实很清楚，它是民国49年定，22年修正一次，39年再修正一次，后来就没有修正过了。所以其实很多条文是不合时宜，这个正确吧？好，那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你，监视法的主管机关是谁？这一点是暧昧不明的，没有主管机关，就是在条文里面根本没有定主管机关嘛，这在所有的法规上其实非常少见，那也显示说这个有多不合时宜啦。那但是因为没有主管机关啊，考试都是你们考选部在办，所以大家就认定你们考选部就是主管机关。好，那我们今天也将就就这样来处理。那为什么考选部是主管机关？我刚才有说明过，当初定监视法其实非常重要，是考试院函示给不是函示，函了一张信
给监察院说由监察院派员监督，你知不知道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主要的目的是哦，就是这个考试是一个闭锁性的一个有机体，所以只要是闭锁性的有机体，闭锁性的一个程序，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外控的机制嘛。那我现在想请教的是，为什么监察院可以成为外控机制？这个目前以现行的制度之下呢，其实我的看法是三去法了。三去法，所以这个最后最适合的是监察委员。大概不是这样了，部长，我想你非常清楚，你过去在台大也教宪法，我们来看几个问题了。宪法九十条规定，过去监察院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民意机关，所以他有同意、弹劾、纠举、审计四个权利。那这四个权利，因为监察院是所谓的民意机关，所以他有他的相当代表性。其实民国一年考试院函给监察院的就是这个理由嘛，他们因为监察院是民意机关，所以他有民意代表性，他获得社会的支持，认为由监察院来做外控机制是适合的。那问题来了，监察院经过修宪，包括九十一条也规定相关的每省要几人，每直辖市要几人，这个都过去。好，来再下一页。但是现在的重点是，经过修宪以后，现在在征修条文的第七条，监察院是不是民意机关了？监察院现在不是民意，现在不是民意机关了，所以监察院的职权只有弹劾、纠举、审计，连同意权都没有了嘛？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不是民意机关了嘛。那已经不是民意机关了，那请问你，监察院的职权有哪一件提到要监视？监察院的职权现在是依照宪法征修条文第七条第五项，他必须要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独立行使职权，但是没有监视这一项。那我们再往下看，我现在要强调是，过去监察院可以当外控机制，其实它是民意机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理由。但是监察院现在已经不是了。我想请教部长的是，你刚刚有提到现在监视法有六个条文，其实相当不合时宜了。这六个条文你有没有看过内容？有看过内容。那刚刚你有说，其实监视不一定以监察委员为之吗？跟不能画等号。不能够，对。那监视法的第一条其实就说了，举行考试除检核以外，依本法规定，由考试院或考选机关分请监察院或监察委员行署派员监视。换句话说，如果依照第一条的规定，只有监察院能够监视，只有监察院能够监视，其他人都不能监视，派员啊，对啊，所以派员啊。那我请教哈，部长应该知道，我们监察院在九十四年到九十七年是三年空窗，这个知道吧？知道吧？好，那九十四年到九十七年三年空窗，监察院有没有派员去考试啊？去监察考试啊？然后全程录影。那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而没有办考试？国家考试全部都停，因为我们没有监察委员，没有嘛？所以照理说，其实照监视法的第一条规定，都必须由监察院派员。但问题是，九十四年到九十七年三年的空窗期根本没有派员嘛，意思就是什么？你没有派员，我国家考试就照样进行。在现在的制度完整底下，我国家考试照样进行，我同样有点试，同样有监视，同样有考试行政嘛，所以这些部分是可以处理的，不一定要由监察院来处理嘛。这个才是今天讨论监视法最重要的重点，是不是这样？报告委员哦，我两个重点再强调一次：第一，要有监视制度；第二，我听懂你的意思，监视人员要有，要有监视制度，要点视，要有监视，要有点视，要有这个事务行政的部分，这个是三角关系嘛，缺一不可嘛，这是你的强调的重点嘛。但是监视法的第一条就明白规定，一定要有监察院派员。但是你刚才的说法说，不一定跟监察院画上等号，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事实上，我们在九十四年到九十七年，他没有监察院运作的时候，他照样可以进行国家考试嘛？那这个就是监察法、监视法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的讨论的空间嘛？而且监视法我刚才说的非常清楚，当初为什么由监察院作为外控机制，唯一的理由是他过去是民意机关，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讨论。那我再重复一次哈。监视法没有主管机关，那你知不知道从2009年到2018年这十年来，在立法院曾经有提出监视法废除的有几次？多次，总共六次啦。那每次都是考试院反对啦。
每次都是考试院法，那、啊、不是你们的主管业务啊，不是你们的主，你们不是主管法规啊，为什么都是考试院反对？所以这个东西非常清楚的，过去的由来是什么？我也同意，其实监视的东西一定是在考试制度必须存在的，但是 who、how、what 什么内容应该重新的思考嘛？那如果考试院对这个有重新的想法，有新的一个想法，应该考试院要送案子来啊。但是我查过，这十年来考试院没有送任何一个案子来，没有送到立法院来任何一个案子，有关监察监视法、有关点视法，任何一个案子通通没有。所以这个到底是你们怠惰还是我们怠惰？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考试院思考清楚哈。这个我们下午讨论条文的时候我会再讨论。好，谢谢。那接着我请教这个吴处长哈。吴处长，我请教哈，今天谈这个行署的问题了哈。行署的问题的规定是怎么来的？你要不要说明一下？我们报告委员哈，我们行署的这个部分是因为在这个国民政府的这个事情。我讲得快点啦，你们组织法第八条有规定嘛？有。组织法第八条规定是德还是应？我帮你查好了啦，德啦，可以设啦，对，啊，也可以不设啦。那行署总共设几个？过去分几区？17。17区，现在有在运作的有几区？现在没有。现在一个也没有嘛，包括闽台地区也没有嘛，包括蒙古、新疆、什么两广，这个通通没有嘛，这与事实不符嘛。现在我们也不可能到中国地区去设行署嘛，对不对？那这个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那你们的监察院的报告是说，如果谈这个的话，如果废除这个的话，就会怎么样？就会影响国家主权。来，请问处长，这跟国家主权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宪法征修条文里面哈，第一条的前言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在国家主权统一，在国家统一之后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跟国家主权有什么关系？这只是不设行署而已嘛，现在无法设嘛，这跟主权有什么关系？这还涉及领土，跟领土有什么关系？我们领土现在包括蒙古吗？包括西藏吗？包括新疆吗？废掉就会废掉的话，这些领土就不见了吗？早就不见了啦，早就不见了啦，所以这个东西不合时宜嘛，现在没有在运作嘛，那废除这个条文，你们还死抱着这个观念，还死抱着观念，哦，这涉及这个国家领土主权等宪政问题。不好意思哦，我过去也教宪法的，这个跟主权跟国家领土一点关系都没有嘛，一点关系都没有嘛，为什么还坚持一定要留着？也没有在运作啊。来，再来一点。内政及少数民族，什么叫少数民族？那个处长，什么叫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是说，主权民族去要有一个特别性待遇，对待其他比较人数比较少的。那基本上它存在的一个歧视的概念。它存在一个歧视的概念，所以现在民主国家都不再用少数民族这个名词了。现在民主国家都用什么？都用原住民族。那我们内政部也改成内政，好，也用原住民委员会。那不止这样，内政委员会也提过修案，都不得提少数民族。你知道现在唯一在用少数民族是哪一个国家？处长知不知道？中国，他用少数民族干嘛？统战。所以每年邀请我们的原住民过去，每年邀请我们邀请新疆或云南的少数民族去参加所谓的少数民族研讨会，他唯一的目的就是统战。那现在监察院告诉我说，还要继续坚持用少数民族的，要保障弱势，保障少数民族。Minority 不是这样保障的啦 ，Minority 不是这样保障的啦，哦，要至少要站在平等的地位，不要有歧视的字眼。所以我们要求要把少数这两个字拿掉，这个很合理。那很抱歉，哈，这些条文的决定权在立法院，不在监察院。我们下午看着办，谢谢。好，谢谢李俊委员。我们接下来请周春明委员。谢谢主席。监察院吴处长，哈，早上几位委员大家都就这个监察法施行细则第五条第二项，大家都表示意见。那你们大概是说尊重委员的职权，但听起来还是非常模糊啦。你刚刚讲说透明的原则不变，但是跟记名无记名没有直接的连接性，
这个逻辑我听不太懂，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其实大家讨论很久，那新上任的监察委员在你们内部的会议也都有提出来建议哦，就四个方向嘛。第一个就是记名表决，第二个还要公开这个审查会的这个表决同意跟不同意的票数，然后还要公布这个不同意见书、协同意见书，事实上就是比较大法官跟法官的大法官的一个会议嘛。那事实上监察委员跟大法官都是经过立法院同意的嘛，都是要接受人民的监督跟这个检验嘛，所以这个原则方向应该是不变的。所以今天我看整个质询过来下来一个结论，你应该很清楚这个方向，希望监察院能够密切的这个处理啦，不要再拖，不然下会期的话大家有就依照自己的职权来做处理啊，下个会期的话预算审查的话，在这个部分你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制度应该有的效率的话，那当然就是用预算来处理这个部分啊，希望处长回去转达委员会的本席的意见。第二个我问你，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监察院监察委员行使组织条例了哈，那当然这个方向上公式上大家在讨论应该是废止这个条文。那另外在我们目前有一个依照你们监察院组织法还有监察法第三条有一个分区巡回监察嘛哈，那我看你们的预算单一年这个部分预算是编列多少？一年的预算大概就是几百万的。几百万吗？我看这个去年就是你们去年提出来今年的107年的预算是编列1851万多，就是在这个调查巡查业务、那是整个包括调查处，整个包括调查，整个包括弹劾、还有各委员会，所以这1800多万是包括7个委员会调查处，还有是调查吧，不包调查巡查业务、哦、不包括弹劾哦，那个也都在这个项目里面，他1800万都在这个项目。1800多万，那我问你，你们这个依照统计了哈，你们官方上的资料，今年三个多月来，监委总共进行了22次的巡查，对不对？那这个巡查的报告有在公布吗？有在公开吗？还是只有数字？我们会在我们的公报，监察院的公报里面去刊登那个巡回监察的报告。巡查的报告，对对。但是我上了你们监察统计资讯查询系统，都只有数字没有内容哎。确实报告有，公报里面，公报有就对了，对对对啊，不然这个钱就浪费了、啊。巡查报告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大批人马出去看。那既然我们对这个报告的内容都 无所这个检核，所以这个部分确定哈，这个有报告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再跟这个处长再讨论一下我们的弹劾的时点呢、啊、哈，因为事实上行政责任跟这个刑事责任是并行的嘛，依照相关的法规是并行的，但是我们依照这个统计数据，不晓得是当然工程会委员比较 保留了哈，我们依照统计的数字看得出来是说在起诉后、我们这边有一个数字，弹劾案件到2017年7月，去年7月这个涉犯刑事犯罪的有100件了哈，那其中呢这个100件里面起诉后才弹劾的才就89案，占了90%的一个强度，那起诉前就被弹劾的有10案，当然是要慎重，只是说这个弹劾权本来就是监察委员的职权，如果你们自己置你们的职权于不顾的话，你们不用的话，那这个弹劾制度就没有设的必要啊。处长这部分怎么回应，怎么说明？报告委员，因为实际上我们委员针对弹劾的这个部分都是经过调查之后发现有这个违法失职的部分，然后情节是到弹劾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他们才会提出弹劾。那提案弹劾之后，还要经过9位以上的委员的审查。那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是到弹劾的程序，当然不是所有的案件会成案啊，只是说你这个涉犯的你们处理的时间点啊，处理的时间点太慢了吧？就大家都在起诉后才处理嘛。那事实上你们就太倚重这个刑事侦查的部分啊。那你们自己的行政弹劾的调查的部分自己没有好好用啊，或者我们不信赖你们用啊。其实有一些的案件
并没有涉及到刑事的部分。我现在讲的是 涉及到刑事的部分啊。我的表里面就是涉犯刑事犯罪的100件嘛，那其他的是118嘛，那100件里面起诉后才行使弹劾权的是89案嘛，等于占了90%强度嘛。这个部分我们对你们的这个职权的行使是非常有疑虑有意见的啦。如果你们自己这个弹劾的时间点，第一个我们这个快行政上的处理就是讲求快速嘛。那如果你都还要等到刑事的这个整个犯罪调查才完备的话，那你这个行政的我们要求快速的惩处，因为事实上它只是一个行政上责任的追究嘛，那就是要求要快速要明快啊，你们自己在那边拖三拉四的根本没有办法去彰显这个行政的行政惩处的效率跟它的效果，重点是在这里了，有没有办法改善啊？还是这也是委员的职权？其实是分头并行的啦，一个刑事的部分跟我们行政责任 的追究的部分，我们调查的委员他也是分头进行的，并不会等到这个 刑事的起诉出后之后我们才来进行，我们还是分头进行调查。是那个处长， 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说今天监察院来立法院，当然我们宪法是分立的啦，但是事实上就是说你们监察院的幕僚单位跟监察委员的自己独立职权行使的运作，然后事实上跟社会的期待或立法院的要求都有很大的落差，大家都各行其事啊，委员有委员的看法，那你们幕僚单位也是也没有办法太积极，那事实上你们相关的作为都是跟人民的期待有一大段的差距了。这个部分我们 在立法院一定要提出这样的质疑跟这个监督了。好，那接下来我请教考试院哈，那个秘书长跟蔡部长啊，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说，你们现在的态度认为说，从制度上来看，这个监视法是不能废嘛，哈，它还是要有这个制度的存在。那因为又牵扯到这个主管机关的大概是权那个职权呐，哈，但是依据相关的文献。考试院在2005年第十届第一二三次的会议是有决议要废除监视制度的，这个部分你们了解吗？在当时的秘书长好像是吴英章，是不是？这个2005年这个考试院第十届的一二三次会议决议是采议案废除监视制度，那有关废除监视制度的相关配套措施请考选部研拟具体法案，交考选组会同全序组保训及相关的审查会审查。这部分秘书长了解吗？2005年呢，今天大家在讨论监视法要不要废除啊，那这个部分你们一直说不要废啊，还有它的制度的存在，可是你们自己考试院在2005年的决议就是这样子啊，那个蔡部长了解吗？这个历史我不了解哦，但是2005年哦，就是94年到97年这个监察院空转的时候，想来应该是跟当时的一个这个政治环境有关了。是。那事实上，不管监察院有没有空转了，在这部分的职权的行使，大家对于它的成效都认为没有那么的需要嘛。是对他打折扣的嘛？只是说你从那个制度上来讲，一定要有一个监视的一个职权的行使，但这个监视的职权行使显然又没有受到大家的信赖嘛，所以这部分的讨论就会一直在这边。那你们考试院自己又说要废除啊，可以废除啊？你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2005年第十届一二三次会议。报告委员，我到任2年，所以我只能够就我自己在这个考选部长 的这一个权责上面来发言哦。这个我们还是重申哦，监视机制一定要存在，至于它的具体运作的内涵可以讨论。那部长，我们下午可能就看看主席这边是不是会进行逐条，那这部分你们要做一个完整的解释啊。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去切割说你们这2年的态度跟之前考试院的决议
这个是可以切割的吗？我们不认为是可以切割，而且大家在讨论是可以废除的、啊、所以这部分你们下午可能还要再做一个完整的说明。所以我再跟主席借一下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去年我们在审查考试院预算的时候有讨论到国文的考试嘛，那时候是现聚焦在这个司法官跟律师的考试，因为平常他们的使用文字上就有需要那样的程度。那看我看考试院跟考选部整个在讨论国文考试的部分是往全面的，是要一般的同样的标准吗？还是会区隔说有些考试不需要国文的考试，或者是作文跟测验这些有差别，还是说全部的这个高考或者技术人员的职业考试这些要全部的相同的标准来看待？我们是采取这个考试的本质以及人才的需求来逐项检讨修正，所以说我们第一波希望能够检讨的是这些特殊的这个专技，像司法官、律师。所以现在是会特别来就针对不同的考试的特性来做一些不同的检讨。那事实上现在已经四月了嘛，马上也是要找一些点试委员，那这部分的方向是怎么样？我想大家早上黄委员、吴志扬委员大家都很关心司法官跟律师的考试，那这个部分国文科的考课的争议现在的结论或者方向是什么？报告委员哦，这个考选部在这个研议认可考试制度的这个修正的时候，都必须要先这个聆听各个相关主管机关的意见。两个单位不是表示意见了吗？司法院跟法务部。目前法务部是不赞同，不太赞同测验题哦，司法官考试的这个测验题的这个题型废除了，所以我们还在努力的协调沟通中。那所以考选部会比较倾向说这个测验题是应该废除的，希望能够一步一步先废除这个测验题，然后呢这个再修正这个作文的模式。好，那我最后再跟你确认，那年底的考试这部分会不会做变革？国文科的考试会不会做变革？恐怕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考试委员不同意，基本上不赞成哦，在同一年度来做制度的变革。好，那大家就会后再请这个考选部再就相关的意见再跟我们办公室报告一下，谢谢，谢谢主席。好，我们等一下郑天才委员质询之后休息五分钟哈。我们接下来请徐玉仁委员，徐玉仁委员，徐玉仁委员不在，请郑天才委员。主席，各位委员，今天监察院是秘书长没有来吧？是处长嘛？哈，啊，吴处长啊，这个有关今天这个法案的一个审查哈，涉及到这个监察院这个各委员会的组织法的第二条。我看了这个你们的一个说明啊，对于现行的监察院这个各委员会里都各委员会的之中啊，有关内政及少数民族委员会啊这样的一个条文要修正为内政及民族委员会啊，你们这个修法这样的意见啊，你们认为要维持？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意见啊，这个理由哈，非常的不充分哈，因为在台湾呢，啊，在台湾，你不要用其他国家的这个立场来去看，在台湾，这个原住民族是宪法的一个明文规定啊，原住民族，然后相关的法律啊，也都称为。原住民族之所以会用原住民族，是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族在台湾就是他最啊，这个是几千年来就在台湾，有别于从大陆啊来的这些啊，无论是闽南客家啊，或者是其他各省的啊，这个汉民族是有别于这个。才会称在宪法里面明文规定是原住民族，所以你因为是在台湾，它是最早的民族啊，所以叫原住民族，而不能你说啊它是少数民族，它跟一般的少数民族不一样，在台湾
有其他的少数民族，哦，有汉，有蒙，有满，哈，有蒙，哈，有藏，啊，甚至有现在很多的这个新住民，哦，你说他是少数民族，可以，啊，所以你现在用这个原住民族来说，他也是少数民族，这样的用词，这样的观点，这样的理由，哈，是非常不恰当。哈，就原住民族而言，就整个中华民国宪法当初立法，要把当时的所谓的三胞，哦，要改为原住民族，因为那个当初已经讨论过了，当初在修宪的时候就已经讨论过，到底要称为什么，对不对？三胞确实要改，所以当初要改成什么？已经讨论过，国民大会已经讨论过，这个国家已经讨论过，也确定了，啊，当初也有人提少数民族啊，甚至也有人提先住民呢，啊，啊，所以你在这里用这个理由来说他要维持，啊，少数民族，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恰当，啊，因为在当时修宪的时候，啊，已经把它确认。台湾的原住民族的一个地位跟他的一个存在，啊，所以在这边特别要跟这个怎么样，我这样说你的意见如何？我们最主要因为这一个我们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名称也是因为1987年1月7号修正通过的名称，那时候我们原来院里面提出来的是内政委员会，那因为在省会院在审查的时候，就是认为这个少数民族或者是原住民族的这个部分，啊，是现在受国际的这个潮流要保障，这是国际的潮流，所以后来那时候那个在会院在文字的时候就做修正，变成内政及少数民族委员会。是，啊，你那个是1987年，已经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了哈，所以这个我刚刚已经特别讲了哈，这个整个在宪法的一个地位，哦，这个等于是这个国家已经把它定位是一个原住民族，哦，所以你不能说它也是一个少数民族来去看待，哦哦，这是第一个部分，哦，那其次，啊，这个因为监察院的所属有审计部，哦，有审计部要请这个处长这边，哦，回去跟秘书长做报告，啊，甚至跟院长，啊，来做报告，这个要协调，或是这个请这个内政部不审计部审计部要做一个处理，啊，就是针对原住民保留地的禁伐补偿，啊，有一个法律，这个法律这个条例里面，啊，特别规定这个禁伐补偿的预算是要由行政院来编列交执行机关，啊，交给执行机关来去这个处理来去办理，而这个禁伐补偿条例里面特别规定这个执行机关是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但是预算的编列，啊，却编列在原住民族委员会，啊，不是编列在行政院，而是编在原住民族委员会，不只是编列在原住民族委员会，还运用了，还支用了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呢，是原住民族基本法18条所授权制定定设立的一个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它的存在是为了这个相关的这些原住民的经济发展。禁伐补偿绝对不是为了经济发展，所以它不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设立综合发展基金的目的。另外，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呢，特别规它是预算法里面的特种基金，它是凡这个支出仍可收回的特种基金，支出之后还可以收回，譬如说什么创业贷款，对不对？创业贷款支出出去之后还可以收回它的利息跟本金嘛，
啊，它是一个永续的，但是进罚补偿是发出去就不会回来的，发出去进罚补偿四，啊，损失的补偿四，发出去是不会再回收的，所以它不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也不符合预算法，也不符合进罚补偿的条例，不符合三个法律啊。所以在立法院呢、啊，在第九届第二会期也做了决议，主决议，哦，应该不应该这样子来由原民会来编列，更不应该支用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呢、啊。所以请这个处长回去跟秘书长跟院长报告，协调这个或是交办这个审计部应该要依法来处理，哦，要跟立法院的一个决议来处理，哦，好不好？好，好，谢谢郑委员，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好，各位请尽速就座。好，我们接下来请蔡宜瑜委员，好，不用行礼。好，谢谢主席。那各位同仁，那我先请我们监察院处长嘛，好，吴处长。好，哎，哦，秘书长有来。哎，没关系，我请好。那处长，我今天因为今天有关于这个监察委员的行署的一个组织条例，因为我也是提案要废止的。那我看到你们的今天这个回复，事实上我是真的有一点不懂，哎，你们讲了这整个行署的一个历史，但是这个历史早在中华民国政府来台之后，前面那一段历史已经变得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啦，哈，重点还是在于说，好，那你们在最后一个行署就叫做闽南叫什么？闽南行署，闽南行署，你们把它废掉之后，就已经没有半个行署，现在是存在于我们现在台湾整个政府的一个体制中。那你说基于宪法的需求，所以你们认为还要保留这样的一个组织条例的一个架构在？我不懂你的逻辑呢，为什么会？你怎么衍生出这个逻辑的？报告委员哈，对，因为这一个。条例的这个案子哈，我们曾经提过我们的谈话会，由委员去做讨论。那这个行署的部分哈，是不是要把它废？这个条例要把它废止掉？那我们委员是考虑到这一个本身我们宪法征修条文里面，还是提到这个在前言里面有提到的这些文字，所以后来我们那个谈话会认为说，还是用这样的这个理由哈。来跟贵院来做报告，对，哇，我们才能干餐饮食材，你们这个想法真的是很退步呢，一点进步的想法都没有。所以，我们立法院之前废掉盟战委员会，你们认为也是不宜的吗？也是违反宪法吗？这根本讲不通嘛，因为现在现行的一个体制，你就是不可能在中华民国台澎金马以外的地方，你还要去设立说哦，在中国那里也设了17个行署，那个不可能的事情，好，已经不可能，而且现实上做不到。好，那如果宪法说的好，说什么统一前，那也是以后如果真的有统一了，才有这个组织条例的必要。现阶段就是没有，就是不需要，是不需要。我只用这一件事凸显整个监察院哈，还是有某些人非常的蛮憨，非常的保守。我想要问另外一件事，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吴处长你管的。最近在讨论这个弹劾权，监察弹劾要记名，啊，想到特伦没出来，是哪一些委员反对？
反对的原因是啥？其实，委员并不是针对反对，而是针对这个记名跟不记名的优缺点的这个部分去做讨论，所以也没有现在目前来讲也还没有一个定论。缺点是啥？就是讲我要行使弹劾投票的时阵，我会有压力，我就投不下去了。他讲马龙公去特地有，那如果这一套理由讲得通的话，好，现在的司法院大概哈每个法官都免办代志啊啦，因为他们全部是记名啦，因的判决书全部都署名底下。那法院都行，司法院都有办法，检察官起诉他也都是具名。我们立法院，我们现在要行使每一项权利，基本上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具名。那只有监察委员说我会怕，我不爱得罪人，我被这烂好人，这是什么道理嘛？所以这个反对，我觉得从这一个你们说好过去讨论，过去那些监察委员，我看哈，拢是遐中国派的啦。都没有真的站在这一块土地上来思考整个问题，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组织条例的一个废止，那这组织条例就是跟现行的体制是不符合的。啊，你那监察委员这厉害，我都拼到好会变符合，我嘛乐见其成啊！恁去拍拼，恁都卖达纲公九二共识啊！这是在吼，这是看来当时候反对，你说有讨论哦，讨论后来不要变。啊，是哪些人？是哪一些人反对？有资料吗？现在目前还在讨论当中。现在还在讨论当中，就是在我们的记名或者不记名的这部分，我们法规研究委员会现在还在开会，还在讨论当中，还在讨论，还没有定案。对，还没有定案嘛？是是是哦，啊，我现在讲的是你在进行攻击件啦，行署这啦，这个讨论，你说之前讨论的嘛？好、哦、啊，之前讨论的哦，呵，我跟你，我现在都在问别行，那我再问啦，哈、哦。你们现在监察院的有一个职权是到地方巡查，然后向巡查的委员，然后会有人民向巡查的委员陈情。那我要问的就是说，这样人民向你们陈情，那你们后来实际有处理替他们去处理的陈情案件，后来在你们监察院真的有处理，然后分案调查的有几件？这个有资料吗？以一百。没关系，来，我直接跟你看了，不要再查，我直接跟你讲重点，因为时间很短哈、哦。我跟你说啦，地方跟你们陈情的总共有406件呢、啊，好、哦，有406件。好，那你们再回到了，我看下面这个表，你们就把这个426件，你们又把它分为哦，有分为同一案件并案处理的58件，那或是因循司法救济途径的39件，然后应该行政机关去处理的176件。所以后来你们的靠考的料，最后你们据以派查，就只剩4件，剩4件，拍谁哈？啊，你们监察委员去地方，好，然后接受人民的陈情，啊，未就成案的刚好4件，422件来这家刑案4件，1%都没有到。这个到底是啊？那你们去地方巡查，到底在巡查什么？啊，是讲遐个人民拢是刁民啦，所以引起大恁陈情的黑火火，恁咧讲迄阵无法度处理的，啊，恁都要直接乱，是毋是拢这种态度去地方诶？跟委员报告哈，我们在地方巡查接受人民陈情的时候哈，也会请这个县市政府的相关的人员哈、来这个列席、那有时候这个案陈情的这个案件，它本身经过这个。我们委员会要求行政机关的这个主管，那互相沟通之后，有可能行政机关的这个主管就认为这个问题他们是可以做处理的。那我们在下一次的去地方巡查的时候，也会针对上一次这些主管答应要怎么处理这些陈情案的这个部分，有吗？这部分有公文书往来的资料吗？对，有。你整理几件，是整理你们这个相关报告。好，你现在指的就是这176件，事实上你们是有在督促处理嘛？是，这是派哦，那个行政机关呢。好、啊，那你们把这176件不用每一件啦，你们大概跟我说明，因为我对于这样的一个数字，我觉得很荒唐啦。426件，你们后来调查了只有4件。好，然后又之前又爆发了说哦，到嘉义然后考察，然后住阿里山宾馆。老实说，你们要住哪边？这个我们都同意啦，因为你们也去跟旅馆去接洽说，说哦，希望啊，介绍生活较俗一些啦，对不对？可是你们要
要到地方得要五号嘛，你们到地方去啊，然后让他去陈情，结果你们如果在那边打太极，那这样到地方干嘛？好不好？哦，那我想我时间也是有限，好，就这样来。好，谢谢。好，谢谢蔡委员。接下来请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孔文举委员，孔文举委员，孔文举委员不在。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那么接下来是本人质询，我们请周春明委员来替我主持。我们请段盈康段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哦。我先跟蔡部长请教哦。这个，当然，我看您在这个给我们的报告跟这个口头说明啊，都认为这个监视，好，监视权呐，好，这个分立啊，包括点视，包括事务行政，包括监视啊，必须要分立。但是呢，我能不能跟你请教啊？如果监视法废掉的话，我们的国家考试啊，还会不会进行？当然会，还是会进行。那如果监视法废掉了，那你们是不是就没有人监视了？是，没有人监视，所以考选部在办这个选务行政的时候就会作弊。当然不会，当然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如果监视法废掉，那考试院好，或者说考选部，在没有监视的状况之下，你们应该还是会公平的办理这个考试行政，但是呢，你们需要有一个法律明定的监视制度，是这样吗？如果没有法律定的话，那考试院用行政规则可不可以规定监视如何进行，跟指定监视人员？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是从这个这个事务行政办理的这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所有的行政机关都要依法行政，所以呢，从行政实务运作上面，考选部当然这个一如既往，这个会尽情的办理考试，不会有什么这个流弊哦。所以这是第一面，第一点哦。那第二点是这个是监视机制的存在，这是从制度面来说。那所以呢，制度面呢，如果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的话，那就不会是一个能够和点视机制以及事务行政机制呢鼎足而立的制度，它只能够是一个内控内部的机制。那为什么不能是内控的？我不了解啊，这个对不对？我们目前还是有，所以我跟你请教啊，你知道我们当然这个，我现在举这个例子，这个不是国家办的啊、哦。譬如说我们升高中，国中生升高中的会考；譬如说我们高中高职要升这个大专院校。的这个学测、指考跟统测，它不是国家办的，好，那它也不是机关办的，好，它是这个等于是学校联合来找这个委托来办理，但是他们，但是在这个社会上，它的公平性跟它的这个公正是必须要被维护的，因为对这个社会来说太重要，它的重要性其实也不低于啊我们所办的国家考试。那他有没有找监察院来监视？他有没有找检察官来监视？也没有，他的完全是靠他的内控，他也没有一个监视委员，对不对？那我不了解，我不了解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考试制度必须要三权分立，为什么不能是？这个考试系统用它的内控，当然在外部还是会有其他的监察系统，包括司法，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它会有这样的系统，包括行政调查，包括司法。但是呢，为什么必须要有一个从外部来在考试这个进行之前，然后考试的当中来做一个监控的一个
即便它是形式化，对不对？现在的监视其实是非常的形式啊。好，你也没有这个名册的密封，你也没有考题的密封，你也没有考题的拆封。你现在在这个数位化的这个时代，这个那些监视委员啦、啊，这些监察委员，他会去检查你的电脑软体吗？对不对？他会去检查你的防火墙能不能防止这个骇客入侵吗？他没有啊，他只是去那边签个名，我不晓得有没有签名了。他就形式化的说好，那我同意了，说你这个我到了，我同意了，只是这样的形式化的一个监控或者监察系统，它有那么重要吗？报告委员哦，分成两方面来讲，实务上面，而且我们在事务行政运作上面，仍然一如既往的运作，而我们现在的运作本来就会有一定有存在的内控机制哈，各种方式的内控机制。那第二个层面就是制度上要不要在这个国家考试上面设置明确的点视与监视的分立，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那刚刚委员有提到说，那为什么国家考试以外的这些考试也很重要，但它没有明文的要求？那报告委员的是。大概是全世界呢国家考试入宪的哦，大概台湾是头一份。那所以我们的国家考试是宪法明定，所以我们把它规格拉得很高。对，但是对不起哦，部长，我坐在那边听了半天了，我并没有被说服。除了你告诉我们说这是这个我们或者说考试的三权吧，可是我没有被说服说为什么监视权它必须要独立。为什么监视权它必须是有一个外在的，好，跟点视跟事务行政并列的？所以除非是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考选部考试院我们考试委员当点视委员长，考试委员当点视委员，然后呢我们考选部呢这个部长也是您是当然的点视委员，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有点视委员会去找命题委员等等，这些说这些过程都必须要有一个监视委员，不论他是不是监察委员，来这边签个名，即便这个过程他其实没有实质参与，他没有坐在那边跟你们盯着你们的一言一行，或者他有一个闭路电视在那边看着说你们有没有在那边交头接耳，即便这些都没有，可是还是形式上必须有人在那边签一个名，说有，说我有一个人，不管他领钱不领钱，是我替这整个程序负责。你今天如果你考试的过程有人舞弊了，这个监视者他要不要负完全的责任？考试舞弊哦，只要是涉及刑责，就会进入这个司法。那我请问你嘛，你们过去的任何一个有监视委员，哪一个因为考试的环节出问题，他负起责任？没有嘛？监视本来就不是没有嘛这样的一个对嘛？所以他除了刑事之外，他没有任何功能嘛，他也不负责。跟我来负责监视你们，我查过了，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我盖了章。万一出问题，那你找我也没有，对不对？所以你完全是形式之外，就是看起来好看。所以你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好嘛，那我们即便它是形式吧，那形式上它必须要有，你也没有说服我、啊，它为什么必须要有？只因为它的位阶高，国家考试规格高，那所以。他要有一个在考试权之外的监察权来当监视委员，如果不是考试权，那可能要找检察官、找行政权来当这个监视者。这个报告委员哦，这个请容我稍微解释一下，考试程序它有个特性，它是专业化的闭锁程序。我要强调的是，它是一个专业化的闭锁程序。所谓的闭锁，而且它还有个特性，就是。考试过程中的这些程序呢，一旦过了就过了，那是没办法恢复原状的。所以呢，在这里是不是要有一个机制，就像是监察人的机制，它其实本来就不是在
为这个整个公平公正运作的考试做这个保证，而是一个这个基于这个闭锁性的那个机制呢，它必须要为国家、为制度、为人民呢来对立性的看守。我还是听不懂，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我还是听不懂了，因为它实质没有任何功能嘛，对不对？我只是象征性的说有，我有一个外在的这个监察委员或者检察官来这边盖了一个章，那这样的形式哦，其实反而造成问题。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形式，这个也不是你们考试院有办法去左右说，哎，你监察委员要认真一点啦，好，或者你这个检察官要认真一点，你也做不到，你也做不到，对不对？所以它就是一个形式。它这个形式其实是遮蔽了，或者是说让你们其实应该自己要担负起的内控责任，其实没有被凸显。报委员，内控责任一定会有，一定会有。但是呢，就是这一个外在的这个机制哦，我还是要这个跟委员报告的是，因然和实然还是必须要区分。因然的制度面上面的设计，跟实际上是不是变成形式化，这个还是一个不能够逆推的。你还是没有说服我啦，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没有说服我。好，谢谢。谢谢段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林维洲林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好，那个今天我们主要讨论是关于监察院哈，这个关于监事委员的职权哈的相关的讨论哦。那提案主要是要把它废除掉监事法，哈，让这个监察院行使这个监事权哈，把它废除掉，那让考试院恢复到考试院。所有的点试委员也要，所有的这个国家考试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瑕疵，去自己付出啊，比如说要被司法调查或是行政调查这样的责任。其实，本来就有司法调查哈，本来就有行政上面的调查，他如果违反任何相关的法令哈，所以这个才会让大家质疑说啊，这个多了一个监视法。好，很形式化，那是不是干脆就废除，让监察委员做别的更有效率的事情了？大概这个用意是这样子了。那虽然监察委员本身的职权也常常受到质疑啦，说到底他有没有发挥宪政机关应有的职权，一直被挑战，也被常常认为整个监察权应该要废掉了，回归三权分立。不过在宪法，这个是宪法层次了，没有修宪之前，监察院还是会存在。那监察委员也在我们这个新的执政党上来以后派任了，就是经过立法院同意，然后这个上任了。所以既然上任了，领了薪水，总是要工作的。那在现有架构里面，我们希望他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益啊，所以这个法案是可以讨论的。就是说，他如果已经这么形式化，那监察委员不用再花心思啊，特别去针对这个考试院的这样的职权啊去做监视的工作，也许可以来做别的更有效率的工作。我有一个临时提案，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啊。我们倒是认为哈，说监察委员其实可以做更多其他的事情。好，针对这个儿童权利公约哈，这个国际审查委员会啊，去年曾哈受邀审查哈儿童权利公约在台湾执行的状况啊，就提出很多的意见哈。那其中有一点哦，就是设立监督儿童权利的专责单位，或是成立儿童监察室啊，这个名称哈叫儿童监察室。那针对儿虐的事件，然后有一个专责的机构或专责的人，叫做儿童监察室，然后他赋予他几乎有这个司法调查的权利。然后来针对儿童权利的保护，
恶劣的房子来行使、哦、对行政单位的监察、哦、监察这个行政单位、哦啊、针对儿童保护这一方面是不是做得足够，所以这个儿童监察室的这样子的概念，那这个在他国、哦、在爱尔兰也好，在荷兰都有这样的名称跟这个职称跟执行的人、啊、有的是在国会，那我们认为啊，如果把它放到监察院、哦、由监察委员、哦、特立一个专责的委员会，或是、哦、立法之后由专责的监察委员来负责这个儿童监察室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恐怕是更有意义，而且能够发挥、啊、行政监督上面的、这个职权上面的功能、哦、会更能够彰显、啊、这个请问这个秘书长今天监察院是由秘书长请假、哦、由监察业务处处长吴处长，好，针对这个你们有研究过吗或了解过吗、报告委员哈，针对儿童权利的这个部分哈，或者是儿童受虐的这个部分，我们院里面也做了很多的调查，也有弹劾了一些相关的人员。那针对儿童监察室的这个部分哈，我知道我们院里面人权保障委员会有讨论过，那我们是不是请我们人权保障委员会的那个执行秘书哈，好，简单说明一下你们执行的状况或研究的这个成果。包委员，这个议题在人权保障委员会到目前讨论过两次，下个礼拜一正式讨论第三次，有关于设置儿童监察室这个制度。对，那么这个制度当然是全世界、啊、目前国际监察组织当中唯一会员的国家是爱尔兰。是。那么它的设置是在监察院之外，另外设立、這個。他们没有监察院啊。他们有监察院。可是，在我们这里是监察委员不分专业。他保护所有的人权，所以说如果在我国体制之下，在监察院之外另设一个监察室机构的话，情景就像在监察院之外另外设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的问题。那么假如因为监察院的委员还是多的，相对其他国家多很多，那么是不是在内部展开分工来区别他们的专业，包括所谓名称上给儿童监察室，纵然没有这个法定名称，可是在专业分工上赋予他就这一部分特别加强是可以讨论的。好，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哦、儿虐的情况、哦、有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了、哦、近五年来、哦、67件重大儿虐中有三分之一为已知个案、哦、今年、哦、通报的、哦、状况、哦、死亡人数有51人到目前为止、哦，今年哦，所以等于是每42小时就有一个儿童被虐死，施虐者当中高达76%是父母监护人、啊、所以我要凸显的就是说、哦、儿童没有办法自己去保护自己，去通报、哦、去控诉，他是未成年，甚至有时候幼儿，好，12岁以下，有的5岁以下，那更没有办法，连打电话他通报都没有办法通报，而且受虐的，虐待的这个对象，这个加害人呢、啊，76%是父母，所以他有必要啊，有一个专责的机构，或当然现在有社福单位，现在现有的制度都有一些啊、通报的机制，但是我们认为不够了哈。如果你再看一看哈、哦，这个通报的数目、哦、也是吓死人的哦。106年、哦、通报数大概是60000件，好、哦，那当然通报不一定成案哈、哦，它这个专有名词是叫做开案数，开案数呢大概平均都每年大概10000件，就是达到这个标准，然后有受虐的情形哈。哦，那我们再看看、哦、这个他们通报到底怎么通报来的，
其实自主哈，比如说受害人哦，自己会通报的哦，这个整个六万件里面哦，被虐者哦通报的才占2700件，所以显然他们没有办法自己保护自己啦。六万件通报数里面，被虐的人然后去哦反映出来才2700件，其他都要靠主要靠什么了？社工人员。好，13000多件，然后比较大宗的啦，教育人员、学校的老师，发现的啊，18000多件，好，那另外就是警察，14000多件，那这个不管是警察或教育人员或社工人员啦，其实都已经在事后了，好，大家回想一下，他不是在第一现场。哦，比如说教育人一定是他到了学校，哦，发现怎么这受到虐待，然后很明显的外伤，哦，造成状况，他才去通报。你看这个都已经 发生了。好，父母亲自己会去通报吗？他76%他是加害人啊，所以这种情况哦也不多。父母亲会通报，恐怕都不是因为他不是加害人，可能是家里面其他人。或是被外人呢，1900多件，父母亲通报的也占6万件里面的1900多件，所以显然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在发生在家里，然后是自己的监护人或是亲戚长辈施虐，所以儿童没有办法哈自我保护，我们更需要儿童的这个监察室来行使，而且来监督我们的社福单位。还有整个机制，让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会提案来做这样的事情、啊、相对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所谓监视的工作，你看，如果你把这个精神、啊、放在这个方面、啊、去监护这个儿童保护的整个机制，我恐怕是更有意义啊。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会提案、啊、希望在这个提案的时候我们会再说明、啊、希望在一个月内、啊、你们要提出针对儿童监察室这样子的机制你们的看法，然后我们也希望如果需要立法我们就来立法、啊、不需要立法在组织职权上如何做调整可以让它实质的发挥功能，这是我们希望做的。谢谢。谢谢，因为这个，我征询各位委员的意见啊，因为林文洲委员有一个临时提案哦，那是不是我们就现在先处理这个临时提案好不好？好，那我们可以吗？文洲可以吗？好，那我们请宣读。临时提案 A， 成立儿童监察室可有效促进儿童福祉，原此在为增加我国儿童权益保障作为下，建请监察院于一个月内。将成立我国儿童监察室之运作报告至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进行报告。提案人林维洲，联署人吴志扬、林德福。宣读完毕。我能不能做这样的建议哈？因为这个林委员刚才也提到说，你们还会再另外再提案嘛哈？就是这个提案啊、哦，我以为你们要这个做提这个修组织法的提案。先报告，再来。好，那我能不能建议这样好不好？我们请监察院哦。在一个月内将成立我国儿童监察室之评估报告了哈，因为他不会还没运作，他没有运作报告了哈，评估报告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好，就是把报告送过来，好，那如果我们那就看这个招委要不要请他来报告，好，那你也可以请这个吴委员，如果他当招委，他来请他来报告也可以，好不好？那一个月监察院够不够时间够不够，可以吗？好，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这个临时提案 A 就修正后通过。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古拉斯尤达卡委员。好，主席。要请这个监察院监察业务处的处长吴清文吴处长。好，那要请教您的是，本席提案修正，这个监察院共委员会组织法的第二条。
那本席提案修正的是希望可以把，因为现在按照这个条文，我们监察院设置了七个委员会，其中一个委员会的名字叫内政及少数民族委员会。那么本席提案修正的是把少数两个字拿掉，也就是把这个委员会称为内政及民族委员会。但是我们看到您的回应是您是反对的，监察院是反对的，而监察院反对的理由就是你们真的是少数民族，因为你们只占全国人口的2%，是这样吗？您反对修正此条文的原因是这样？我们最主要的是认为说少数民族这个部分在现在国际人权的部分非常的重视，那为了凸显这个我们国家重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是建议是说少数这两个字还是维持。对，那当然最后还是要看贵院的政策的立法的决定啦。对，这个处长好，我们你们在你的回应里面有说你反对删除少数两个字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宪法第96条规定监察院得按行政院及其各部会的分工分设若干委员会调查一切设施等等。那请问你们那么尊重宪法，宪法曾不曾经出现过少数民族这种字眼？您可不可以回答我？在宪法里面是只有边疆的，我们宪法的这个条文里面是只有 边疆的民族，所以没有少数民族。少数这个部分是 后来才有了名词。好，后来谁加的名词呢？后来在哪一个机关曾经出现过少数民族这种字眼呢？因为我们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87年在修正这个组织法，各委员会组织法的时候即使我们院里面只是建议还是维持内政委员会，那时候我们院里面送给贵院的版本是内政委员会，那到了贵院在委员会在审查的时候才认为说，因为世界的潮流对这个少数民族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贵院那时候才修正为内政及少数民族委员会，所以这个是当时 的环境。是，这是非常奇怪的。如果要回顾您刚讲的历史，87年我们在修正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的时候，当时修法的宗旨是说，既然立法院的委员会的名字要改，那我们就跟着改。结果立法院改成了内政及编政委员会，但监察院却依然改成内政及少数民族委员会。这个是我看到的你刚刚所回顾历史上提到的冲突，本席也没有办法被这个说服。那么我想请问其实我们在修法的时候看的不一定是数学，处长，因为您刚刚给我的回应，其实从你们的文字口头的文字说明或者到这个历史的回顾，我认为其实我们并没有需要把它称为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必要。那我想请问您，您是少数民族吗？您怎么知道呢？因为少数民族在我们现在的那个户籍上面是 有这个登记的，那现在我们的户籍里面现在是只有原住民族的部分是有。你有验过你的 DNA 吗？没有。所以你不知道你的周妈还是你的周周妈是不是少数民族，你并不晓得。第二个，另外一个问题是，当你要写这个回应给立法院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问过你们卑南族的副院长孙大川、赛德克族的委员 Wallis Billing、 阿美族的委员张仁香，还有希拉雅族的委员田秋瑾，他们认为他们愿不愿意继续待在被称为内政及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委员会里面继续当监察委员呢？因为我们收到这个开会通知的时候是礼拜二的下午才收到，那我们副院长有看过我们这个文字。
那我要告诉您的是，请你告诉你的副院长，还有其他的委员，当监察委员不是数学好而已，说自己只是那2%。如果你的法律不好，历史不好，对台湾的了解不足，心也不好，那么我们没有办法说出一个符合时宜、顺应时事潮流的法律。监察院里面要再设内政及少数民族委员会，不符我们的要求，也不符合台湾的现状。台湾目前被认定为，被政府定义为原住民族的人口55万人，台湾目前移入台湾的新住民的人口将近60万人。目前我们内政委员会正在修原住民族身份法，可能即将被认定为平埔原住民族的人口又不知道有多少万人。台湾已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台湾没有少数民族的概念，少数民族是共产党的中国不断使用的文字，少数民族只有在那种国家会出现，少数民族从来不曾出现在中国民国宪法，少数民族从来不曾出现在委员会，少数民族从来不曾出现在中华民国的政府机关官事的官衔里面。所以您会有这种回应，本席非常的讶异。今天上午一早我一直在内政委员会，我甚至哦可能没有空来做这个立法的说明、修法的说明，因为我万万想不到监察院的回应会是这样的回应。我们希望处长还有监察院的副院长还有所有的关切此案的委员，你们要了解原住民族不是少数民族，而且台湾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个是我们要讲的。21世纪的台湾是多民族的国家，这个跟少数民族的概念已经天差地别。再有人用数学来讨论这个问题，那我要说这些人是种族主义者，是充满了汉沙维、汉这个沙文主义的种族主义者，我们是在台湾不能被允许的。我们希望在稍后在逐条的时候，监察院要仔细的思考这个问题，而本席完全不能认同监察院对此修正案的回应。好，谢谢。我们接下来，我先跟委员会报告啊。那么，因为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条文并不多哈，我们今天等到这个发言委员都发言完毕之后，我们不会休息哈，我们希望利用中午的时间就把这个报告事、这个讨论事项都处理完。好，好，我们接下来请游美女委员。主席，还有列席的政府官员以及我们所有的委员，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想要请教监察院的哈。我们知道说监察院在做这个调查报告或是纠正函文，现在都会上网嘛，哈，当然就是人民知的这个权利。但是呢，这里呢就牵涉到说，当然我们知道说监察委员非常认真，所以在他的调查报告或是这个纠正函文里面呢，他会去把他整个为什么对就是政府机关哈、有所疏失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过程非常具细密的都把它写出来。那这里面就会牵涉到有点过度揭露个人隐私的部分，就像说好这个曾经发生过的儿虐的事件。那在这儿虐的事件的话呢，当然就是我们调查报告里面要去看说这个虐待的这个父亲他到底他的背景是怎么样，然后他是不是有精神上有问题，然后他怎么样儿虐等等。所以在这过程里面就会把他所有的他的就医甚至他的发作的情况等等时间地点，然后里面具细密的这些的写出来。当然在调查报告里面这样的一个写法，这样的一个详细的揭露，我想这是一个负责的表现。但是当我们要上网的时候，是不是要把这整份报告全部都具细靡遗的上网？因为这里牵涉到个人的隐私的问题，而这些个人的隐私可能在这个调查报告里面它不是，可能不是重点，它可能只是一个铺陈的背景而已。可是因为他铺陈的背景，结果变成他个人的所有的隐私全部都被公开在网站上，那这对于个人对当事人，尤其像说这种所谓的儿虐的事件的话，
或是这种弱势的这些事件的话，那他们可能譬如说他什么时候领有多少的补助金啊，连金额都写在上面等等，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些的对被揭露的人事上是不公平的。那这个我们也担心说是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被公开之后可能造来的一些的后遗症，甚至他们会觉得说当我去跟政府申请补助或什么以后，所有的资讯就会全部都被揭露，而他变成又隐身去躲起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希望是说是不是啊，我们监察院应该针对就说政府资讯的公开跟所谓个人隐私的部分，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好，是不是也应该跟法务部试设所谓的资讯的这个啊这个资讯保护法的这个主管机关，所以是不是能够去研究一下这两个资讯公开，就是政府资讯公开跟好个人隐私的这个部分，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哪些东西可以上网公告，哪些东西它可能只是在我们的调查报告里面完整的呈现，因为通常调查报告只会给相关的当事人而已，他并不会去公诸于世，因为你网站的东西一上网就全部的人都看到，不管跟这个有没有关系的人全部都看到，而且是就在那里就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是说对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去好好的去研究。跟委员报告，在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保护的这个部分，我们院里面曾经经过我们法规研究委员会那个参考法务部的相关的这个解释哈，那我们也做出来一个，就是说调查报告在对外公布的时候哈，对于哪一些的个资的哈，像他的出生年月日啊，像他的身份证字号，像他的个人的等等的涉及到个资法的这个部分，要怎么去把它这个遮蔽起来的部分，我们实际上有法规研究委员会有写出来一个。准则，就是相当于准则那样的那个东西，也送到我们院会去讨论过。所以在那个之后，我们都尽量就是说希望我们的委员在做调查报告，或者我们协查秘书在做调查报告的时候，要公开的时候要能够按照那样的那个规定，好，有那样的这个准则来做。我知道你们现在的准则大部分都会说，譬如说个人资料，他的名字叫什么，他的出生年月日，他的住址等等，但是现在这里我们在讲的是说他可能包括里面他什么时候结婚，他可能几段婚姻，他可能工作是什么，他领的补助费哪一年领有多少钱，哪一年领有多少钱等等，那这些东西可能在调查报告或是纠正函里面可以去写，但是在上网公开的时候，它属于次要的背景，似乎不需要把这些的资讯都揭露的这么的巨细靡遗。当然我们知道说你们原则只能够就是说，当然这些最基本的个人的姓名啊，出生年月日啊，地址啊，然后可得确定的这个东西是现在是绝对大家都不会去揭露嘛。那现在我们是更细腻的在进一步的，就是说当你这个调查报告里面，调查报告你最主要是要去纠正政府的这些的公务员到底有没有违法失职嘛？那在这过程里面，当然他要去铺陈，就是说在这个背景资料里面，他曾经什么时候去做访视什么等等。但是在这里面，是不是需要去把个案的这些的个资完全非常的细的全部一起上网公告？好，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所在乎的。那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可以带回去研究？可以，可以，我们可以带回去，然后请我们，因为我们今天也有委员会的主任秘书来，请他们在委员会在通过的这个时候要揭露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怎么样去保护这个个资的这个问题，他们在委员会在讨论的时候就可以。对，我希望你们对好好去研究，就说它是属于这个所谓的调查报告里面的重要事项，那当然是应该要接受。那当重要事项里面，譬如说，好，这个父亲他有精神病，对不对？那他曾经几次就医，但是他可能揭露，就是说上网的时候不一定要写到说某年某月某日，然后去看了什么，然后症状是什么，然后把这所有的病情摘要全部都写在里面。我想这些东西可能似乎是不需要去公告的，但在他的调查报告里面是可以去写，好，但是在公告，所以这个里面可能，也许你们要去设计出说公告版跟这所谓的调查报变成是一个两个版，而不是说只有一份报告出来，然后到最后在那里贴贴贴贴。那我觉得那会是浪费人力，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的科技这么的发展，应该要去设计说哪些东西
A 版是我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全文的，那 B 版是我要公告，这就跟我们的性侵害或性骚扰在校园的性骚扰在公告的时候也会有 A 版跟 B 版嘛。 A 版是全部的是具细密的，但是 B 版当我公告出去的时候不会是具细密的所有的东西在那里。好，那这部分请你们回去研究。好，那另外一点呢，也就是你们现在监察院当然现在注入了心血，所以大家也就希望说资讯能够公开的问题。那资讯公开当然第一个步，因为我们也看到说在我们国会的改革，我们也让资讯公开，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事都是直播，包括委员会，包括院会，包括这个党政的协商等等，几乎都是全部直播。那当然呢，在这个监察院呢，因为大家一直对监察院，当然就是他要不要废止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没有废止之前，我想监察院的一个公开透明，尤其他这对不对？他的这个执事这个所谓的弹劾纠正，这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在这里呢，就会牵涉到的，就当然大家也在讨论的，就是说在弹劾的时候是不是要记名投票等等。那这里也牵涉到说，好，那是不是要直播？那这些所谓的资讯的公开的这个部分，好，到底应该要去怎么做？我想希望呢，你们这个监察院这部分也能够，就说也能够仔细的去讨论。好，那当然我想资讯的公开已经是就现在社会里面大家人民所要求的，那当然就要公开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也就请你们再去研究哈。那最后一点呢，我想要请教的就是我们的全序部考选部蔡部长。当然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所谓的监视法废掉，那当然监视法最主要的就是说考选部这边觉得有必要。不过我们这里可能要来探讨的就是说这个监视制度的这个当初的设计，当然这是在就说在但考试我们就说考试然后监视，那时候监视为什么会由监察委员来监视，因为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会有五权，就是考试监察放进来，因为我们知道说考试是让人民能够翻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一定要公开透明公正，这是绝对百分之百要追求的。那要怎么样公开透明公正，当然就是要民意来监督，因此监察院以前考试委员是要由监察院来行使同意权，所以呢当然就是在这整个考试的过程里面，不管是考试之前点试在考试之后，所有的整个过程全部都是由监察委员或监察院来负责把关来监督，因为这代表全民共同来监督，它是一个民意机关，所以透过民意机关的来监督。但是呢就是后来我们在修宪的时候呢，在81年修宪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考试委员的同意权已经不再是由监察院来行使同意权，同时呢监察院也不再是民意机关，现在考试院跟监察院是宪法下的平行的两个宪政机关。所以在这里监察院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监视权，是不是仍然要由监察院来行使，这个部分我想是有可能重新再来思索的。当然这里面就牵涉到说考试要不要监视，那当然就是说觉得说要公开透明公正应该要监视，那监视是不是非要由监察院或监察委员来行使，这个有没有可能是由考试院，既然设了考试院他就应该举办公开公正透明，所以呢他一方面在点试，那在另一方面监视是不是也应该自己去监视，这是不是我不晓得，这个是考量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是不是有民意机关，如果还需要的话那应该要代表民意的，是不是有民意机关来监视，那或是说事实上是根本不需要监视，我想这些都有讨论的空间。那我们只是把说当初为什么会由监察委员跟监察院来监视，是因为监察院是代表民意机关，那我们要公开透明公正这样的一个考试，但是然后同时考试委员是要由监察院来行使同意权，但是这些都已经时过境迁了，因为那时候的规定是在民国39年规定的，所以呢已经时过境迁了，今天是不是还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要重新再去面对。 好，这个谢谢委员哦。这个基本上如同我一再强调的哦，监视机制的存在是有必要，至于如何设计这是立法形成自由，那只是在现行的宪政制度之下呢这个监视权哦，对于考试的监察它是广义的监察权的一种作用，监察
院呢，对于这个考试院的相关人员，仍然有这个弹劾与纠举权，这个部分是一致的，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广义的这个监察权哦。所以这个比起这个检察官，比起考试委员，作为一个外部机制，它是一个在所有选项中呢，考选部认为是最好的一个选项。但是诚如委员说的，这个问题不是不能够讨论，但是我们建请这个大院考虑的是哦，这个监视法哦不宜轻言废止，那应该要以修正的方式来做一个制度的一个通盘检讨。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好，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许玉仁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好，现在我们要进行讨论事项，我们把各个讨论事项一二三的这个提案都一起宣读后，我们再来就。好，我们宣读，先宣读条文，好，先宣读讨论事项二。请参看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条文修正案修正草案对照表。第二条部分除第一项序文部分左列修正为下列及第一第一款，内政及少数民族修正为内政及民族委员会外。其余各款各项均未修正与现行条文同，宣读完毕。好，我们先等一下这个委员同仁。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一，监察院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废止案。好，因为废止案不涉及条文之修正，各位委员如果没有异议，是否同意予以废止？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案通过。监察院监察委员行署组织条例予以废止。以上废止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应该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现在进行讨论事项二，刚才已经宣读过了。审查委员古拉斯尤达卡等22人拟具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由于这个提案条文只有一条啊，我们就直接进入逐条。那监察院的态度已经表达过了，这个吴处长您麻烦回去这个转达一下了哈，因为我刚才听了也看了监察院的报告，当然你们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是善意了哈，但是要尊重的对象啊，自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你们表达尊重，但是如果想要尊重的那个对象，刚才包括这个不同党籍的原住民族委员都已经表达了意见了，就是你们想要尊重的对象，其实那他们觉得反而没有被尊重，所以这个你们应该回去要检讨一下。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第二案，好，修正监察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提案通过。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应该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啊。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三的监视法修正案。哦，对不起，监视法废止案
由于废止案不涉及条文修正，请问各位委员对于监视法的废止案是否有不同意见？那我知道这个部长一再表达啊，这个监视法这个不能贸然废止啊，但是也坦白讲，我们并没有听到废止之后会造成什么样重大的影响，所以在这边我能不能做两个建议哦？请各位同仁啊，这个思考，一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先不处理，好，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们今天通过废止案，好，但是因为我们只是在委员会这个通过废止案出委员会，还没有进入二读，那么我们直接宣告交付这个协商，好，那么我们给考试院有时间。那其实我也知道啊，这个考试制度的调整，这个包括考试院组织法，包括这个点试法啊，我们从考试法废除之后啊，我们现在只有公务人员有考试法，好，那么其他的国家考试也没有考试法，好，那只有这个监视法、点试法，好，那对于这个考试制度要怎么调整啊？就我也建议啊，考试院包括考选部啊，应该要思考。那么我也建议啊，如果考试院或者考选部私底下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来跟立法院的委员做沟通，也说不定委员呢、啊、也可以代为提案。但是我知道你们需要时间，好，那么我们请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呢、啊，也可以思考跟或者跟考试院跟考选部私下再谈一下这个问题啊，要怎么样？这个也不光是监视法废除的问题，这个可能是我们整个国家考试制度啊，跟我们这个包括点试制度啊，是要不要做一个调整啊？应该做一个配套的考量。好，那么所以各位同仁，你们对这两个方向，你们的建议是什么？一个是我们今天就先不处理，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让它废止通过。好，那么我们等这个召，因为我们在我召集协商之前呢、啊，我们不会进入这个二读的程序嘛。好，我们这个在这边对部长承诺啊，我们至少会给各位足够的时间。好，你们希望如果需要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到下个会期要结束前，好，或我再来召集协商。好，然后我们等到等到第七个会期，再进入这个废止的程序，那让你们有时间来处理。来，我们请李俊毅委员。我个人的意见哈，我是接受主席的建议啦，就是我们今天还是出委员会哈，然后我们就暂不协商，给考试院一些时间。那有关考试院，其实刚刚部长也强调说有监视法，其实还有点视法哈，那这个部分未来是不是变成同一个法规啦？好，其实我个人的部分，我对点视法也非常非常有意见。好，那我想这个我也多次表达。那所以我是希望，我们比较希望看到考试院对整个考试制度的运作重新的思考。那如果能提一个比如说公务员考试法，或是利用考试法涵盖过去的点视法跟监视法，这样的涵盖面会比较清楚。好啊，但是今天的处理我接受主席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是送出委员会啊，但是我们就摆着，就给考试院一些时间，然后有关它的内容，其实这六条条文老实讲都已经不能用了啦。好，那赶快针对它的内容提出来，虽然你们现在不是这个监视法的主管机关，但是这还是考试院的权责，所以希望透过考试院赶快提出一个整个考选制度的一个相关的配套，好，然后用一个法规就可以处理了，老实讲是这样。好，以上建议。好，如果各位同仁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来做宣告哈。监视法予以废止，以上废止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交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